纸片人谁相信啊？哎，他在他们那个地方就是纸片人。我在美国真的是，好不好？是不是？你认屁了你？所以你在美国买的都是 S size？ 哎，倒也没有那么夸张。对啊，但是我那个时候，因为我你知道，小弟在去年去在美国拍了一部电影嘛，那我就到底是影集还是电影啊？是电影，是电影，是电影，对，确定。而且，那我演的是一个非常高胖的一个那个保镖。那你没有在演啊？对啊，当你自己而已啊。我是在演，我演的就是保镖，高胖是我自己没错。对，然后我遇到那个导演，一个武术指导，武术指导看到我，他第一句话说：“嗯，我以为你会更胖一点，因为对他来说我并不胖，他觉得我只是比较高大。”美国本来就很会胡说八道啊。这倒也是啦，我后来就 对，也就是安主他在你们国家算是纸片人吗？不可能吧，没有到纸片人啦，正常正常正常人吧，正常，对啊，不胖啊。啊，我懂你讲的意思，因为真的很多美国人是溢出来的，他们那个胖是吓死人的胖。对啊，我第一次去美国，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坐那个飞机，因为是转机呢，飞到美国的境内去找我朋友。我第一次看到空姐的宽度跟飞机走道是一样的。嗯，对，以前是说那个乘客什么太胖什么的，没有。我第一次看到，我是睡着的，然后呢，我突然被撞到醒过来。我想说，哎，这么早就要送餐了吗？没有，只是空姐从我旁边经过，跟那个餐车撞到我的感觉是一样。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说，哦，我到了美国。嗯。然后呢，我去住我朋友家，他就说，哎，你隔天早餐要吃什么？我说，哦，我吃简单的面包就好了，因为我想说住人家家不好意思太麻烦他。我说简单的面包，隔天早上起来我的那个餐桌上就先摆了一大盒的纸盒。我想一大早是什么？一打开。整盒的甜甜圈，哇！而且美国的甜甜圈，虽然现在有很多美国的品牌来到台湾，对不对？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美国桌上他给我甜甜圈是这么大一个啊，这么大一个甜甜圈，而且上面是撒满了糖霜，然后上面有糖霜就算了，还有很多那个糖制的那个水果在上面。哦，我那个朋友还拿出来，他说你如果觉得这样不够，我们都喜欢这样吃，他就拿了一罐是白色奶油，再拿一罐是巧克力酱。他说：“你应该不会用哦，你在台湾那么，你在台湾你都不知道怎么吃。”然后就挤了一圈的那个白色奶油，再淋了巧克力酱。我觉得那个 donuts 那个甜甜圈应该就超过1000卡，太腻了。后来呢，到了下午，他说：“哎，那明天早餐你觉得那个甜甜圈好吃？我们要不要再吃甜甜圈？”我说 ：“No， 千万不要。”我说：“那不然吃点蛋白质好了。”我想说吃点肉类，我说吃点肉啊，我心里想就是烫点鸡胸肉啊，沙拉什么，这样简单就好了。对，隔天早上起来是一块，我想想，这样一块牛排。嗯，我说早餐吃牛排啊？他说对啊，我们这里早餐也吃牛排，是真的，真的，不是夸张。他们会觉得这个是很健康的早餐，就是 steak and eggs 牛排配鸡蛋，有啊，台湾至少会加有至少三颗鸡蛋。台湾现在那种 brunch 就是啊，一块小的那个菲力牛排。可是对我们台湾人来讲，你早上7点8点起床，第一餐入口的是牛排，那是很诡异的事情，很过瘾，所以难怪胖啊。所以难怪哎 ，Hello， 我在美国还好。Sorry， 强调什么？安主，你在美国最胖的有到几公斤啊？我个人认识的，就是我之前在银行上班嘛，对，然后我记得有一个客人，他每个月会来，因为他要领他的退休金，因为他差不多60几岁，然后我记得很清楚，他300公斤，对，然后他是要做那个。电子轮椅靠生活的，对，你如果你去美国，你去那个百货公司，你肯定会看到至少5台，就是胖真的肥胖的，然后他们要做电子的轮椅，而且他们骑得非常的快，如果你被撞，他们真的会真的会受伤了。对，所以这是我在美国认识的。但美国的饮食真的热量都很高，真的，而且这个概念是从小养成的。我想起来，就是我。念学校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午餐非常的不健康，所有的东西都的热量非常非常的高。我记得就是我们要排队，然后要拎东西，比如说有披萨，然后它是有那个 sausage 的披萨，再来你会来拿是薯条，然后是大分量的薯条 ，OK， 这个
真的是正常的。再来哦，一定要吃健康，也是我们一定要吃沙拉，对不对？所以听起来很健康，但是你知道这个沙拉都沾的是凯撒酱，哎呀，对，真的都是油做的，非常油腻的。对，再来你要拿，一定要吃一个甜点，所以有巧克力饼干，甜的要命，就是你咬一口，你的牙齿会痛的甜度。对，再来一定要牛奶，而且是巧克力牛奶，因为谁敢喝就是一般的牛奶，一定要。配甜的牛奛，对，它真的很恐怖。再来就是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学校到处都有汽水的贩卖机，对，所以我记得比如说我们有那个叫什么 PE 运动的课，嗯，我们体育课，对，体育课结束之后，我记得很多同学他们就会排队买可乐汽水什么的，真的很非常不健康的环境。而且安祖说他在美国做健康检查，他营养不良。哈哈哈哈，过瘦，安祖在美国真的算很瘦，很瘦。我现在有比较胖一点，但是我念书的时候大家说我太瘦了，真的。就像我之前在美国的时候，他披萨已经大家都知道里面一定会有很多的 cheese， 然后其实美国的披萨他们的口味上面的料是就是不是很复杂，没有像我们台湾那么复杂，比较简单，但是他付给我们台湾会付那种就是辣椒粉而已，他付的是一整盒的奶油，就融化的奶油，对，然后大蒜口味。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个披萨它有这个那个 crust 边边，对，没有味道，没味道，所以一定要用那个奶油蘸才有味道。吃披萨真的对。所以你已经吃披萨热量已经很高了，但是你还要再去沾那个奶油。然后他们的饮料的 menu 它就是水跟汽水，然后是一样价钱。大家都知道美国其实很多自来水它就是可以直接喝，所以干嘛还要花钱买水，你一定就会买汽水，所以你就是披萨然后沾奶油然后再配那个汽水，而且汽水都超大罐。对对，都是那种大罐两公升那种的。你说的完全对，就是我有几个同学他们没有喝水，他们一整天都在喝汽水。我去那边一个月我大概就胖了差不多3公斤，那我觉得体重是一回事，重点是回来的体脂是已经飙到快30，都是高油脂。对啊，去一天就胖3公斤。对，你去一天就胖一天，太那个，你知道去连去他们那个，你去他们那个中式餐馆点一个炒饭或炒面，那个都是大概3人份。对，他们每一道菜分量都好大，而且你知道我们去又更可怕，因为我们去就会觉得自己好瘦，好像还可以吃。对对对，然后回来才知道我带几多掉啊。回去我又吓到，因为我不习惯纽西兰的分量，因为真的比台湾大很多。那台湾你可能是吃一个早餐店，就是可能是一个汉堡啊，跟其他的东西，其实分量都算蛮少的。然后我会去女生的时候，连我妈妈在煮的东西，她说就是因为妈妈会疼我嘛，因为很久没有看到我，然后一起来的时候去楼下，然后让妈妈已经开始做早餐，我都听得到。然后去楼下，然后坐在那个餐桌那边，然后一大盘就出来，好像比这个还大的那种感觉，然后都是什么培根啊，然后就吐司，然后吐司是吐的厚厚的那种奶油啊，然后到旁边是花生酱还是巧克力酱，天，然后很多那种东西。为什么听完食管都觉得好硬哦？对啊，因为我不习惯了，因为现在真的食量是蛮少的，我会去那边的时候，根本就是那个早餐可以分一半，然后隔天可以再吃，哎，真的太大了。因为大家觉得乌克兰人很瘦。因为大家说乌克兰有很多美女帅哥，但是乌克兰的现在也是胖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平均胖的人27%，这是也算是财务组很高。因为你知道我们的问题，我们从早上就开始高热量，比如说我们喜欢吃什么，我早上就很喜欢吃草莓煎饼，然后就很大的，不是在台湾小小的，就大的。然后我们也有传统的食物叫 pierogi， 在这边这个就是一种面包，然后这个面包是甜的，在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有肉，或是有肉跟鸡蛋，或是鸡蛋跟洋葱，然后还有很多甜的，有草莓或是其他的水果。然后我们早上会吃应该3个5个，然后我们呢下午我们也很喜欢吃肉，吃肉非常非常多，然后我们的肉你知道越肥越好，
这个肉就叫沙拉，沙拉是乌克兰传统的食物，这个都是肥肉。肥肉。然后我们早上也开始吃，我们早上怎么吃？我们要炒鸡蛋，然后加这个的肥肉，我们就吃。然后午餐我们也会吃很多不一样的肉，然后也很多马铃薯，可是吃沙拉很少。我这次回去的时候叫父母，叫我的父母给我再多一点。他们说你是兔子吗？你是兔子，人咬吃肉，然后杀了是什么杀了？杀了就要兔子吃，所以乌克兰的想法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早上喝茶或是咖啡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加很多碳，然后也很喜欢吃蛋糕，因为会吃一块两块蛋糕，所以平常早上我们就可能会吃差不多2000卡路里。哇，早餐。7000卡路里就一公斤嘞，他们要吃那么多肥肉，是不是要御寒？太冷了，会不会穿外套就好了？因为其实我们吃很多，所以以前没有胖的人没有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以前乌克兰才苏联，然后苏联什么都很严格，所以如果在公司里面有胖的人，就到大家会一起开会，或者说。为什么你怎么那么胖？然后大家看到说好，我们都一起要加油，帮他运动，然后大家要支持他。你可以对着他讲吗？所以以前我们有胖的人，可能觉得大家要给他压力，可是现在都无所谓啊。传统的想法就是美国嘛，但是其实我觉得欧洲有一些国家，他们的胖子也很多，像是欧洲四国。欧洲四国就是比如说像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还有希腊，他们真的在除了经济就是拖垮之外，他们的人因为追求美食，所以也都非常胖。尤其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希腊，我那时候去希腊的时候，因为他们从早餐开始，他们早餐就简单的一个面包，而且我们会觉得说希腊吃东西都那种地中海式饮食，对，橄榄油啊、蔬菜啊，好像很健康。但其实他们从早上早餐就是简单的一个面包，真的很健康。然后接下来呢，就是 cheese 配红酒，然后再来中午就是 cheese 配红酒，晚上就是 cheese 配红酒，对，到宵夜还是 cheese 配红酒，对，因为他们，你想想看，你去那边一瓶水。2欧，一瓶红酒3欧，啊，你要喝水还是喝酒？当然是喝酒啊！我们为了省钱，一定喝酒的。对，一定，我们都是为了省钱才喝酒。对，然后那个 cheese， 他们希腊人特爱吃 cheese， 他们那个 cheese 种类很多，当然他们也吃一些很健康的橄榄，但是对我们来说那是没什么意思。还有就是你去希腊，尤其去那个有一些岛屿，比如说圣托里尼啊，他们有很多那种小小的家庭式的餐馆。然后里面其实希腊的食物是很好吃的，他们在里面会加入大量的 cheese， 然后还有他们其实那边吃很多海鲜，那他们吃海鲜的方式其实跟台湾有点像，那种热炒店，然后配那个酱汁也都是很过瘾的那种。我就每次听他在吃讲吃的，他都会流口水，对，但我觉得东西真的，因为你知道我有时候会想起来，那真的很过瘾。但是呢，你记得你到那边去啊，那种家庭式餐馆，你要怎么样分辨好吃或不好吃？你就看他的老板，老板只要是胖子，这家餐厅一定好吃。真的？真的，你在那种很多网站上面，旅游网站上面写，他们都这样子写，都很好吃。然后我记得那时候，连他们自己人都讲，我那时候点了有一道希腊他们的那个算传统食物叫穆萨卡，它是用茄子做成像千层面一样的，里面布满了 cheese， 然后去焗烤，那个超好吃，我吃一口，哇塞，我快疯掉，然后我就跟老板讲说，怎么这么好吃？你们东西怎么这么好吃？他说对啊，所以我们希腊都是胖子啊，他就这样讲。所以其实希腊人真的，尤其是稍微老一点的，胖子真的。油的东西太多，对，而且爱喝酒。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日本人都很瘦，对啊，对啊，真的吗？是不是？但是最近这个胖子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是因为就是一个最近流行的饮食习惯造成的一个问题。我们在日本现在很流行的就是分量很大的食物，像是蛋糕呢、拉面都比较大。那为什么呢？日本人都压力很大嘛，就是大家都上到8点，如果要去加班，然后还要去应酬，所以很多人都需要一个纾解压力的方法。所以大家都狂吃东西、乱喝酒，让自己放松一点。那第二个原因就是现在很流行大胃王的 YouTube， 就是很多漂亮又瘦瘦的女生，
吃很大的东西，然后拍过影片给大家看的那种，那超恶心的，有吗？超恶心的，很漂亮的，我看了会反胃耶，怎么会？很疗愈。没有，他之前有一个女生，就是专门也是日本的，她专门在吃鲑鱼，生的鲑鱼，可是她是吃一片，就一大块，像凯杰之前料理，然后她吃这种。那种啊，看了就好，我现在想到就会想吐，好恶心的。反正他们都是看得很爽嘛，又很疗愈，所以很多人都开始模仿，就是 YouTuber 的样子。那最近最流行、最夸张的东西就是，你看这个，一碗就有1800多的卡路里。一碗，里面是什么啊？里面有十片以上的肉叉烧，还有很多蔬菜，还有加很多油，而且价格才200块而已。啊？200块？怎么可能？台币？对，如果用一碗拉面的价格，可以吃足20000的次郎拉面，很便宜哦。所以很多上班族都加过时间，为了纾解压力吃这种次郎拉面。对，伊拉克最近的调查发现，就是伊拉克的38%都是胖子，就是男生女生。你不会想到，你觉得伊拉克人很瘦，对，但是其实你不是都要拿着机关枪跑吗？对，一直在运动。而且飞弹来了，胖子怎么跑？对，我现在怎么讲故事？讲，就是因为这样子才肥很多，因为没有什么事，你不能出去啊，你被怕被枪打到，所以在家里经常吃饭。对，躲在家里，好有道理哦。所以在家就吃饭，对啊，与其出去吃庆忌，我在家里吃餐，对，就变胖。所以问题是伊拉克的食物就是量很大。咱们刚刚讲美国，就是你看这边有照片，就是伊拉克的量，就是这个是哇，这个大概是几人份？3到5个人。哇塞，这大概10个人都能吃吧？而且过年才会吃成这样，很多哎。而且问题是，就是他们会说。譬如说在台湾，就是你吃个面或是这个饭，但是在伊拉克，你一套餐你会做很多不同的，就譬如说会鱼，有鸡肉，有牛肉，有面，有饭跟面包，就是我们习惯就是面包淀粉很多，所以卡路里会很高。你那个是青豆哎，它青豆算是色吗？青豆是淀粉。好了，而且它好大一盘哦，你有看？它那边那个手的比例跟手多小啊？最少4个吧，我猜在至少10个人。对，这个平常都是2个人吃的，2个人。然后就是习惯就是放一条，你们看到那种一条的放东西，然后就是它会一条桌子间接，然后再。两边就2个人停，一个人在这边，一个人，所以就是这个是2个人吃的东西。所以你看淀粉会超过应该5-6千卡路里，因为已经超过，因为里面的东西所有都是炸的，还有加很多油跟就是盐巴。但是问题是在伊拉克，就是他们比较喜欢胖子，不管是你男的女的，特别是男生，不管你不是胖的肉肉的。你真的不受欢迎，所以我小时候就是有一点胖啊，好可爱啊，怎么这么白，肉肉的，好可爱哦，对，那你怎么小时候那么白啊？对啊，怎么这么白？因为我妈妈是白人，我妈妈是蓝眼睛，所以你是晒黑的，所以我是小时候是白的，然后我晒黑的，因为一直出去在外面，所以我晒黑的。但你是小时候很胖，我小时候胖，但是后来就是变瘦，然后到18岁我就瘦成这样子。哇，你这时候多重？我多重52公斤，然后我是175高，而且他有人鱼线呢。然后因为踢球的关系才有人鱼线，这不是肌肉，这是刚出来的时候嘛。对，然后所以我因为很瘦，所以我妈妈带我去看医生，因为她觉得太瘦了，生病了。在那边有就是看到人家瘦，他就是代表他生病了，或是没有饭吃。就是他们觉得这个人家就是他们很穷，没有吃东西。那我妈妈就是怕我被抢这样子，所以带我去看医生。所以在伊拉克，其实哈哈算是帅哥的呢，算是帅哥，受欢迎，受欢迎。你是不是找错地方发展？对啊，我在美国很瘦，而且听说钟欣凌在那边是第一名模。在南非，我为了这个单元，我去 Google， 我吓了一跳，南非是整个非洲最胖的国家。我们70%的女生
都过胖，然后40%的男生过胖，所以这个数据很大吧。然后我就开始想，南非人会这么胖其实不是没有原因，我们的餐点分量超大，就是 每一餐就是很巨大，然后 我算是食量很大，像 我录这场之前我吃两个便当，然后我在南非跟朋友吃饭我会害羞，因为他们觉得我在装小鸟胃，他们都说你在减肥啊，怎么不吃啊，怎么怎么变这么娘啊，干嘛的，对。然后南非还有很夸张，就是分量大以外，他们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不管是分量多大一定会点开胃菜甜点跟一杯红酒，这一定会点，而且是没有要 share 哦，分量很大还是点自己的开胃菜自己的甜点都不会分享，你要分享他也会用很奇怪的眼神看你，对。然后讲到甜点，南非人超级爱吃甜点，像我的外公他很夸张，他就是他吃饭之前一定会先吃他的甜点，吃饭前吃饭前会先吃甜点，然后他的理由就是他怕吃太饱吃不下他的甜点，所以要先把重要的吃进去，喜欢吃的先吃掉，很有道理。可是我外公已经糖尿病很严重，他是每天要打针，不过 这也就是不阻止他，他就算糖尿病他还是坚持要我外婆每一个礼拜都要做新鲜的甜点，然后家里的冰箱一定要有甜点，天哪。对，然后这不是只有我外公哦，像南非就是你不管去什么超市都会看到一大排，可能从我这里到哈夏园那样可能差不多5公尺满满的甜点柜，然后超级便宜，像这样你看起来就很低，可是 你看上面价钱是 3.99 乘以2就是台币哦，好便宜，所以超级便宜，而且 13.99 算贵的，这个才7块多，类似蛋挞，所以 每一个东西就是50块台币有找，而且很大很好吃，而且很好吃，根本受不了诱惑。两个有一个坏习惯，就是你们小夜就是比较吃面啊什么吃，伊拉克就是把甜点吃在小夜，而且甜点都是炸的。那你们会吃到逆流人多不多啊？对，应该很多吧？应该伊拉克很多人超不了燃烧哦。我觉得有时候是小时候胖不是胖，嗯，他们曾经有一些人是曾经是大胖子呢，哦，真的看不出来哦。是我曾经超级胖，就是超级胖。我今天有一个照片，可是这张照片我已经瘦下来，我在16岁，这是16岁的我。哇，你留长头发蛮好看的。可是这个我已经我真的在瘦了，我最胖的时候应该是14岁，应该是我最胖。那我记得我在那胖又怎么样？旁边那个妹那么爱你，旁边那个妹哈，那个是我姐啊。对对，然后我差不多13岁的时候，体重比现在重。你现在多重？我现在77。我13岁的时候80公斤，我真的是胖到那种，就是我的肚子会盖住我的皮带，它是下垂上来的，就是、来的，对对对，13岁就这样子。我13岁，对，然后会这么胖，是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住台湾，然后每天都吃卤肉饭，然后比较以前的台湾就是厕所比较脏嘛，所以我整个念小学的过程我不敢大便，我在台湾几乎不敢大便，我每天都是憋到回到家再大便，然后就变超胖。然后后来我小学毕业又回南非，然后南非又是零食，然后一大堆那种什么饼干糖果一大堆，然后又继续吃，又变得更胖。然后我记得我13岁食量超大，我曾经参加一个牛排餐厅的比赛，然后13岁的我吃完那个1公斤的牛排，哦，超夸张，一公斤耶，1公斤的牛排它超大，而且还有薯条跟奶昔，我全部吃掉。对，我今年回南非还有挑战过，我吃一半不到，天哪，超夸张。对，而且我小时候虽然很胖，但是我运动能力很好，然后这个就让我很爽，因为很多学校的人就是小时候会逼你参加一些什么马拉松、跳远什么的，我每一个都是前3名。然后每一个遇到我都哈，遇到这个小胖子哈，结果看到小胖子比他厉害，我那超爽的。哦，对啊，灵活的小胖子，灵活胖，灵活肥，对。我小孩子的时候，我也很喜欢吃东西，吃很多，但是我不胖，我还是超级瘦。我19岁的时候，我68公斤，所以在家也觉得我有病，所以他们不知道怎么样。然后我19岁的时候搬到英国，过了2年，我那个时候21，我变了
82公斤，忽然间哦，哦，双下巴呢？对，这个我在这里我应该21、22岁，然后82。然后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英国的时候，那边也乱吃，就吃了很。因为你知道，如果你问英国人的，你们的传统食物是什么？他们说什么 ？Fish and chips。麦当劳。啊？他们超级爱吃麦当劳，每次去麦当劳，每次排队。所以我在那边的时候也吃了很多汉堡、薯条，然后就开始喝啤酒，然后也运动不多，然后就变胖。嗯。但是我回去乌克兰的时候，妈妈看到我说：“哦，你超级可爱。”然后说我胖。妈妈的声音有那么高吗？因为在记得的声音，我的小猪，我要摸你。因为一直像小手的时候，他们觉得都是骨头，没什么摸。然后我就回来，他们觉得你。对，但是我所以我说我胖，妈说你没有胖，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哥哥他比我矮，可是哥哥90公斤。哎呦，他们都说82公斤刚刚好。嗯，所以觉得算了，我也不想减肥。之后呢，我在英国的时候也开始参加嘻哈的比赛。嗯，那个嘻哈的比赛那边有很多 obstacles。嗯，所以我那边有一个困难呢，在那边知道你需要在匍匐前进，有这个的。哦，你那边要趴着。障碍赛是不是？但是问题是的什么？我趴着的时候肚子太大了，所以你知道，如果在肚子上没办法动，因为这个头这边很痛。对。所以我就在我的背这边，然后这个这边我就拿了，然后就爬一爬，渐渐拿爬一爬，然后在中边我卡住了。然后我朋友们都在那边会笑我，然后你知道就说怎么那么胖呢？然后觉得好丢脸，因为那边男的女的。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慢慢的运动越来越多，嗯，然后就变正常的。你现在一个礼拜运动几天？我现在72。72公斤。72公斤。那你现在有在运动吗？有。一个礼拜运动几天？因为我不是真的运动，我做很多，就每天要做小小的动作，比如说我周末打壁球，嗯，然后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有的时候练习 CrossFit， 有的时候去健身房，有的时候去跑步，有的时候我就参加小的比赛，就是嘻哈的比赛，我平常每3个月会参加，嗯，然后就这样，然后又去索溪，去爬山，而且就从1楼爬到8楼，真的，然后就回去干的时候常常坐楼梯啊，对啊。有在练 CrossFit 的爬楼梯没问题的，没问题。我知道我们今天一直讲美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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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但是其实我觉得住台湾也是一个很容易发胖的国家，对，然后我有一阵子我也有比较胖一点，对对，然后我非常同意，台湾的食物其实很不健康，你知道很难找到健康的食物。是的，对，所以，so, 就是有一阵子我迷了，就是吃台湾的宵夜。对，我觉得那个食摊太大了。对，比如说你回家的时候，你可以，比如说如果你骑摩托车或者你走路，你就会闻到咸酥鸡、鸡排，然后到处都有，而且很方便。然后如果你想吃炸鸡，你可以吃好多间，你立刻可以想到好多。所以我就狂吃狂吃狂吃，然后发现哎，我好胖了，连头发都胖了。你看，对，头发也胖了。对，然后我觉得很。就是让我最难过的，就是有一次我来摄影棚，然后就是蒙多他来，然后他就抓我的腰间的肥肉，对，就这样子抓。我说哦天哪，我可能要减肥吧，所以我就决定，就是我要算热量，就是我不要太低，但是也不能太高，所以我就差不多1200热量，然后我就慢慢减，慢慢减，然后就瘦了20公斤。你知道，其实，在台湾的诱惑太多了，对。然后，就算你不想吃，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比如说，像有时候我真的出去在外面工作啊，真的饿的时候，你就想说，那随便吃一下。可是随便吃一下，比如说你牛肉面都没有，就是淀粉跟汤，对，也没有营养。然后，比如说菜汤米羹也不用讲了。然后呢，出去什么吃个霸王也是都是店，然后我好常就会不知道要吃什么，你知道吗？说台湾真的太多的诱惑跟美食，不胖都难，而且都很方便，真的宵夜很多，国外你根本晚上都找不到东西吃，你想吃还没有东西吃，而且夜市都开得比晚的。对，其实我刚刚听到你们的故事都觉得还好。哦，我刚刚我讲到我以前是胖胖的嘛，我给你们看，让你们大开眼界的照片，哦，就是我以前长的。哇，你是小时候的选手哎，就是你是不是偷拿我小时候的照片？对对对，就是11岁的时候。哎，你已经胖到奶头不见了呢。对，好像哦没有奶多呢。而且那个时候就是他在演《新乌龙院》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胖到1年级的、4年级的同学都知道我叫什么名字。那你胖到有名的是？全校都认识你，对，学校的明星。那时候我最好的朋友都是。没奶汁，哇！对，我早上起来
做吃一定要吃这个美乃滋，配着白饭一起吃，这超肥。配白饭，对，然后中午都要吃三个以上的便当，配美乃滋，然后等到下课要回家，我的妈妈开始准备一大碗的咖喱饭，还有配自己喜欢的美乃滋，对，其实蛮适合的。然后过了一下子就饿了，我就开始把这个拿起来，直接吃啊。最想吃，那为什么我那时候这么乱吃呢？是因为那时候其实很难过，因为我每天去学校一直被同学们霸凌，哦，他们一直在嘲看这种胖子，嘲笑你。我想说，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唯一一个生存的目标就是被欺负。你那时候是几岁？11岁。11岁，对。后来你胖了多久？后来我那时候胖了5年嘛，然后后来已经那时候15岁，现在是20岁，已经5年了，就变瘦转变瘦。后来他就横纲就隐退了，对，没有再往上打，就直接后来他就你知道慢慢的瘦下来了。对，那时候很辛苦，很辛苦，对，感觉好像是这一集就是专门为我设计的，是不是？对，量身定做，花了200多万呐，来帮你做这一集。你之前有胖到很夸张吗？当然有胖到很夸张，但是其实我本来就是没有那么的胖，你看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差不多这样哈，就是3公斤啊，就是还蛮正常。那你为什么要偷丹佐华盛顿的结婚照？我觉得蛮可爱的，这是学校的 prom。对啊，对啊，对啊，这是我之前的第一个女朋友，我浪费了3年跟她在一起。什么叫浪费了？才浪费了3年，就是为你浪费我的青春啊！怎么可能？那时候因为就是每天都要上那个体育课啊，打球啊，就是球队，所以你那时候就是没有到很胖。但是到了大学之后，我就是找工作啊，然后就慢慢开始胖起来。哇塞！这是侠客欧尼尔年轻的时候，你怎么会有这么老土的这种沙龙照啊？这个也很可爱啊，就是大学的时候。可是那时候脸型已经开始有一点扩张了，有一点，对对对对，慢慢开始胖起来，后来就。已经站不起来了是吗？没有没有，这个手我还站得起来，站得起来，还怎么会有那么大件的 T 恤？还没有到最胖的，好了，还有，后来变成这样，好可怜的领带跟白衬衫。什么？最胖就是在你看，天哪！这个时候我已经胖到145公斤哎 ！Oh my god！ 哎，认不得哎，真的认不得哎！可是奇怪了，这个时候显脸小，因为身体很大。哎，等一下就看你的照片了。也对，不要急着攻击别人，你的还没讲完。140几公斤，145公斤。然后那时候我就是看我自己，就觉得哇，这个是完全不行啊！就刚好就是有一个人就是爱上他了，但是那个人就是完全对我没有兴趣。然后想说就是是不是我太胖？那个时候我还在美国，然后想说是不是我太胖了？说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就是要开始控制饮食。有没有？然后就开始狂喝水，然后一天吃的东西就是要一定要吃的很健康，可能是午餐吃一颗苹果，然后一个小三明治这样子就好。然后就慢慢开始瘦，然后后来瘦到差不多126公斤。哦，我已经瘦了20公斤，我很开心。然后那个时候我已经决定，我就是要来到台湾。OK。那后来我到了台湾的时候，我觉得还可以。我在美国已经算是 OK， 我觉得啊这个身材 OK。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在台湾，我去买一个裤子什么的买不到我的 size， 我要买内裤也买不到我的 size， 买一件 T 恤也买不到我的 size， 大到内裤穿不下。不是有一个店什么再大的鸟都装得下吗？鸟笼都装得下 ，extra extra large。可是没办法，它已经是变成神雕了。对啊，这个时候你看到这个东西你会开心吗？也当然不会啊。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决定啊，不行，我一定要改，一定要再继续。然后那一天那时候就每天开始跑步，一个晚上要跑5公里。那而且跑步的时候一定会保持那个雨衣啊，然后就是故意要流很多汗，然后早上一定要去健身房，然后每天开始吃素啊，吃很健康这样子，然后慢慢开始瘦，然后后来我瘦到93公斤，哇，差很多，身材很好啊，然后瘦到，对啊，我为什么要偷亚瑟小子的照片？你又来了。
有瘦到93公斤，然后那时候我觉得啊，这个很开心，93公斤 OK， 但是我觉得还不够，还不够，我要继续看一下我这一辈子最瘦最瘦多瘦的可以瘦到多少，然后就那时候我就是决定要继续吃素啊。哦哇，那这个真的很帅耶，你那时候有帅过耶，山没有杰克森嘛？没有，也没有，还没，还没哇，那就要开始做什么断食，可能就10天，就是找哪一种方式，就每天吃很多柠檬水啊，然后辣椒的那一种方式，然后慢慢开始瘦啊。那时候我超开心，这个时候我已经差不多88公斤了，很瘦了，瘦到83公斤，好瘦，这83公斤，那你看还有这个，你就知道我那时候我身超瘦，那个时候就选择回美国，那我家人看到我都出来说啊。你在台湾是不是开始玩什么毒品？哎，你是不是得什么？你是不是有癌症？然后就开始怀疑，然后觉得我这样子你看起来好不健康。然后想说啊，那我再也不要瘦好了。关系就这样子。后来我去澳门唱歌，然后对啊，我就是跟，那是你吗？啊，是你，那是我，是吗？是啊，那是我刚发片2009的时候。真的假的？哇，你看你还有记得我吗？那时候还是。都忘记了，我不记得，你自己也不记得人家，对，我那时候就觉得啊，这个身材 OK， 然后去澳门唱歌，唱了2年，然后就回从澳门回来台湾，那时候我已经快100公斤，怎么又胖回来了？又胖回来，你吃什么？在澳门吃得很开心呢，也没有运动，就每天喝酒啊什么的，有没有？那就开始上我们二分之一场，那时候我已经开始107公斤，然后就后来我就发现我今年又回到126公斤。太了，唔通行哦！这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对，到底是怎样？你这样前前后后几年的时间？这个已经应该15年吧。你等于浪费了15年的时间回到原点，好气哦！所以就是现在我们还在继续减肥当中。看我有没有放弃？不要放弃了，我们陪你一起一起，大家一起来哈！我2014年的时候是我身材最最瘦的时候，那时候只是52公斤，然后很漂亮。少女耶，你看看，我看到这些照片就很后悔。我的天，那脸也太尖了。然后那时候我可以穿得下 XS 的衣服的 size，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很喜欢穿短裤啊，很喜欢穿小的上衣，让大家看我的身材。哦耶，紧身的，紧身的。那这个是2014年的出头，然后2014年的8月的时候，我胖了10公斤。哇，发生什么事啊？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天天爱吃巧克力，那时候认识一个新的朋友，然后他父母是专门卖巧克力，然后他每个礼拜会给我一个盒子，然后那时候他说一个盒子可能2-3个月可以吃，但是我每个礼拜就吃完，然后我就天天就会吃零食，然后我记得我从天天喜欢穿短裤到我太害羞不想出门，只能把自己全部遮住，然后出门的时候要带很大的外套，我朋友就说我很像阿嬷，一直带阿嬷的衣服，但是我那时候真的太害羞。那时候我就快加一个新的男朋友，所以我就觉得啊，我要赶快去减肥，所以我就天天去练去健身房练身体，然后这个是8月的时候，后来呢？8月那么热，你穿那么多？对，没有没有，把自己遮起来。这个就是12月的时候，然后那个是在澳洲，澳洲12月就是热的时候，瘦了。大概5公斤，虽然没有跟52公斤一样，不会，这看起来很好啊，对，标准，标准，正常的，对。我记得我刚出国的时候也是胖蛮多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吃，也是因为读书压力很大，然后你就会一直想吃东西，然后想说，哎，我们全家都瘦瘦的，没有人胖过，然后我就吃吃吃吃吃，我也差不多2个月胖了20公斤，有这么多？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我拒绝。提供照片，太恐怖了！我所有照片都销毁了，不用期待我会给你们照片，没有这件事情。但是因为那个时候胖啊，就是
很恐怖，因为我们会想说，那我们吃零食不要吃夸张的，吃那种所谓的健康零食。零食有没有夸张的吗？不是，因为他们会讲说，哦，是 healthy snacks， 就是他可能写说，它不是炸的，然后低热量，然后低糖分。Natural， 对，你们应该都有吃过这种东西。不好意思，美国好像没有这种东西哦。有很多。可是那个怎么吃都还是很胖。有很多骗人的。哦。因为那个只是相对健康，就以前的。洋芋片是炸的，对啊，它改成烤的，就跟你说我们是健康的，然后大家就觉得健康就疯狂吃疯狂吃，可是它还是淀粉，它里面还是有油，然后咸度还是一样的，它还是很咸，对，所以就是牛迁到北京还是牛，对对，就是这个是六年前，我昨天还在 Facebook 收到那个讯息，是说什么六年的记忆，这个是第一次在上节目的，哎，不好意思，我们是在聊胖，哎，对啊，拿错相片，当一下会有胖，你拿这种照片，你叫杜丽怎么办？这个是六年的体态，然后再来就是六年前在我们节目上面，刚开始这么壮，然后这个是之后，哇，就是哇是佩德罗，然后那时候我的那个身材差不多是又维持到大概75左右，可是因为那个肌肉线条不够，所以我大概在两个月以内就把体脂肪从18%减到7%。哇，那就跟彭于晏一样了嘛，啊，彭于晏还只有3%。对，因为在那边就是排起来是看起来是比较，就是没有那么壮，可是还是有那个就是线条出来就排起来就 OK。后来就是噩梦就开始了嘛，看不出来啊，其实是每天生女生就是太放松，然后回去3个月，然后我妈妈也是把我当作好像那种圣诞节要把猪养胖了，然后都可以把它杀掉的，因为就是早餐我就会吃那种吐司，还有加什么培根之类的，然后到中午就会可能是出去吃餐厅，然后通常在外面其实在纽西兰或是西方国家中午就可以开始喝酒嘛，然后我们是就是有传统的，就是一定会吃甜点，所以冰箱里面一定会有你那种从小时候最想念的那种冰淇淋跟一些什么蛋糕，好好传统哦，这个对，然后后来回到台湾就是变是这样，然后我朋友都看到，各位看清楚看清楚，雷神索尔最后一集就是长这样，就是胖啦，你已经没有任何线条，就是没有线条。什么时候的照片啊？那个是我刚才回来台湾，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你现在给我衣服脱下来，因为我在公园喝酒嘛。然后他就说，你给我衣服脱下来，然后就把这个当作纪念。你再来，你不要让我看到你这个样子。我觉得凯杰他会胖来胖去，真的跟酒可能有点关系。因为我今天啊带来一个酒精热量的一个排行榜给大家看，太棒了！我们在营养看清楚，对，常常都跟患者说喝酒等于喝油，不是开玩笑。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每100cc 酒精的热量，从啤酒开始，100cc 才34.3大卡，你们可能觉得哦还好，可是往下看哦，你看越来越高。Whisky 每100一样的分量啦，100cc Whisky 就有200多卡，对，100cc 大概是多少呢？大概一个养乐多瓶，哦，小一瓶，就是，对，那哪有人只喝那样子的？对，那所以像会开一瓶红酒嘛，那你看红酒一瓶，如果我们抓1000cc 好了，是，那你看它就有850大卡，哎呦，就是喝掉那一瓶，那就等于一个炸排骨便当了。因为累积7700大卡可以胖1公斤，所以你一个礼拜就可以胖1公斤。我那时候是胖，从好像是最低是大概70-71，然后我从女生回来的时候，那时候是大概88，所以大概88是杜丽最瘦的时候，哎，83没有83。所以大概那3个月就胖了差不多一个10几公斤了。对，所以酒精真的是热量很高。对，等下那一张可不可以送给杜丽？杜丽会不会直接把它折对半？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奇妙，因为大家都会说啊，不要喝啤酒，啤酒是液体面包嘛。对。然后大家有一个印象就是说，啤酒很胖。那我们喝红酒啊，因为红酒听说对身体很好，用红酒多酚什么的。对。结果没想到酒精浓度越高，其实它是越肥的。对。但是谁会喝一杯100cc 的啤酒而已啊？至少要喝好几瓶吧。
就是说，如果你硬要喝，你宁可一百 cc， 你一开罐就340，现在一扎都500的好不好？好可怕哦！所以一下就超过了，热量就一下就胖。我算是目前就是现在活到30几嘛，我觉得我这30几年我一直在跟胖这个字在抗衡，因为我小时候曾经胖到66啊，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有看过，而且我不高哎，我胖到66，我那时候在学校的外号叫做弥勒佛，哇，好吉祥哦，是不是？你以前上课头发都这样，很讨喜是不是？然后以前呢，就是像坐电梯还干嘛，都会被人家排挤啊，就要我不要坐，不然就是，不然我有一次真的是硬着头皮就是要挤进去，然后真的有遇到那种电梯的逼超重，对，所以我大概是高二下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减肥，然后到高三毕业的时候，我从66瘦到50。那已经差很多啦。然后那时候杜丽碰到我的时候，算是我最瘦，可是我那时候还是 baby fat， 蛮就是脸蛮圆的，年纪很轻。对，我那时候瘦到39。啊，30几哦，六到39，对，可是那个时候真的是 baby fat 看不出来。对，我那时候其实是最瘦的时候。39，杜丽99哎。而且那时候也是很辛苦，就是只吃苹果啊，然后不吃饭啊什么的。我后来大概有到40几公斤，我就一直在维持在42左右，42。然后发片，但是后来发片嘛，也差不多就42、43，就那个时候。但是呢，因为我前一阵子不是脚受伤吗？然后呢，我就开始就是坐轮椅嘛，然后呢都没办法动嘛，因为我的骨就是脚趾头骨头裂开了，所以我等于有3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动，然后我就瞬间就开始像充气球一样，怎么样胖到55公斤。哦，真的有胖哎，你再拿出来讲才感觉有胖哎，脸很圆，真的。然后我吓到了，我就开始慢慢减，慢慢减。现在就刚刚好，怎么减的这个才是重点啊！我觉得主要就是还是要多动，我基本上就是能够站我就站，然后像我去看电影，比如说我家明仁社区，所以坐高铁都买站票，也不要走路去，不是这样，但是我会从比如说明仁社区，我会走到信义区去看电影，啊，超抱怨的，就是我都用走的，然后我甚至也可以从内湖录完影，我可以走回家，就是走过那个民权大桥，对，就是用走的。哎，民权大桥有时候连开车都觉得怎么这么久，对，就是可是就是当下就当作是运动。我之前超胖。然后我也是一辈子都在那个跟减肥那个战争。国中因为是发育期吧，然后我跟哥哥就是很会吃嘛，每天一个人就是每天都要吃差不多一餐就要吃2、3人份，然后烤肉的话一个人就会吃5、6人份。天哪，整个家都被你吃光了。对，真的被我们吃光了，而且每天都吃宵夜。然后有一次呢，就是去高中的时候啊，初中国三快要升高中的时候。我朋友男生朋友都开始慢慢交女朋友了嘛，然后那时候我自己以为我自己很帅，我不需要减肥，不需要怎么样嘛，就自以为。那我看我骄傲。对，然后我那时候已经有喜欢一个学妹了，然后就觉得。等一下。哎，这开始有一点嘴边肉了哦。这个就是。这是我国三哥要升高一的时候，我以为很帅，我可以拔到那个学妹，结果呢，我有一次我看到那个洗脸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脸。哇，我怎么有一条猪在那边？哎，那个学妹怎么可能会喜欢我啊？然后我就下定决心，我暑假2个月的时间，我就瘦了20公斤。哦，怎么弄？怎么弄的？20公斤？我那时候是非常不健康的方式，因为暑假很热嘛，但是我就拿出那个冬天穿的大衣，每天跑，而且不会限制说我今天一定要跑10圈，我要跑到我自己真的没办法走路为止。每天这样跑，然后6点以后跑到口吐白沫，真的太严重了。然后每次都在呕吐啊，有的时候很夸张的是，我吃饭了之后，就是我觉得我吃太多了，我就自己呕吐啊，就是很不健康的方式。吐很可怕，对，很可怕。然后那时候就是暑假过，我瘦了20公斤嘛，哇，那我有信心了，信心了之后我就变成这样。你拍这种夕阳美男照，对，真的。然后我就是跟那个我喜欢的学妹表白，然后我去拔到，就她是我第一个。成功了，他是我第一。终于要聊到我们今天的重量级来宾，也就是小艺姐。Yeah, 你的故事太励志了，我觉得我的故事都可以写成一本小说。真的，后面大字报可以关掉了。完全就是听这一段就可以了，因为太传奇了，你知道吗？而且可以听800遍都觉得很酷。真的假的？对对 对, 對。其实我要讲，我其实刚出道的时候，大概20出头岁的时候，我其实是51、52。我身高165公分，其实算标准，对不对？但是那时候刚出道的时候，大家还是嫌我胖，因为有婴儿肥。嗯，对，所以我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在步入减肥的。
的礼堂。小时候真的好讨厌自己的脆胚吧？对，就还是才知道那有多可爱。对，就上半身很瘦，但是还是屁股大，然后脸这样很胖。你说你减肥三十几年，对不对？我现在44岁，我减肥到现在44年了，好吗？好的。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有台有签约嘛，然后就到了大陆去拍了戏，拍了一个古装剧。是。然后因为大陆那时候内地很冷，大家都很喜欢吃火锅，然后我就吃了火锅3个月回来以后胖了5公斤。5公斤还好啊，还好啊，对，其实57、8公斤回来，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就不要用我了，就让我冷冻了一段时间，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就胖了，演员嘛，对，其实那个时候就，哇塞，是谁啊？是我，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是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那个主角吧？其实那个时候我回来就已经有一点自暴自弃了，其实因为那时候就是有点被冷冻了嘛，就之后就有一个导演，就是我前经纪人呢，就发现哎我胖其实戏还不错，就找了我演胖的角色，可爱的，就演了比较哇妈妈的角色，对，就去开始找了我演妈妈，就有史以来我就是史上最年轻的妈妈了，当时才几岁而已，大概28、9岁吧，而且很多很夸张的人演你儿子什么的，对对对，就年纪比我大的啊，年纪比我大的大概40几岁都演我儿子，对，我就开始步入了演妈妈的礼堂这样子，也刚好那个时候得了金钟奖，对对对对对。胖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啊，因为他的姐夫刚好是北医大的那个减重科医师，他其实就觉得因为我的生理跟心理可能一直都在减肥又瘦，一下胖一下瘦，状况很不好，而且中心凌、廖慧珍都很讨厌他。哪有？像我们是不一样的。壮型，对，懂。所以他就有建议我是不是来做一下医学上的变化，他就建议我先放胃水球。就真的一颗水球放在胃裡，对，就是放在胃里面，但是因为胃水球呢只能放半年到7个月，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86公斤的时候放了半年，瘦了大概10几公斤，瘦到73，那时候有瘦，但是后来又胖了啊。对，因为拿出来以后你的饮食习惯不改变其实还是会继续，对，因为它只是像物理性的减重，对对对，它就是放了一个水球占了你的胃的体积，对对对对对。那你那时候占的胃体积其实你应该连一开始连喝水啊吃一点食物、啊、我告诉你那个医生之前跟我讲说、刘小姐我必须要先跟你讲，你装了这个胃水球真的你有一个礼拜会生不如死，我心里想拜托拜托胃水球什么生不如死，你也太夸张，想吓我是不是、啊、我真的那个礼拜生不如死，怎样我连抿一口水我都吐啊！为什么会吐？我连可是它水球应该还有其他的空间呢。我跟你讲，因为你当时空间很大，不是它那个胃水球里面灌了500cc 的食盐水，它就是要占满你胃的空间啊。对，所以你不管有任何东西进去，它都以为是食物，它要用强大的胃酸消灭它。然后后来医生就建议我，那好吧，那你要不要试试看那个胃切除，袖状胃切除啊？对，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我的公斤数不够，所以我又吃到95公斤，我的人生最极致，莫名其妙先增肥再减肥，必须，不然的话我的 BMI 跟那个体重不够是没有办法达到目标。因为通常我们建议 BMI 35以上的人，就是你属于肥胖的标准，你才可以合理的用正当的手术去减肥。对，就是没有要保护人，对，不够胖不能执行这样的减肥方式，对对对，会有危险。所以我那个时候到了大概39还40吧，就鼻咽癌到那个程度，然后才有办法做胃切除，现在大概66吧。可是之后饮食方面也都 OK 没问题。现在吃我其实就把淀粉放在白天的时候，因为拍8点档，你如果真的不吃东西，我真的台词记不住，会受不了，脑袋需要淀粉才有办法。对啊，所以我会尽量把淀粉放在白天，然后晚上就吃菜跟肉啊，然后尽量太晚就不要吃东西。OK， 然后少许的运动这样子。我其实天生是一个瘦的人。对呀、啊，那你来录这集干嘛？个人很高、欸，我还是有胖过啊。这我最瘦的时候是23岁的时候，那时候69公斤，那时候也是因为失恋啊，然后搬出去，然后生活变得很复杂，很不顺，生活变得很复杂，所以就没有什么钱吃饭啊，也没有时间吃饭什么的，所以我瘦到69公斤。哦，那时候23岁，我其实我都没有露身材的照片，那时候因为我皮肤太不好了，身体真的很不 OK。那后来生活慢慢变比较稳定一点点，然后去健身房啊，吃多一点，就到大概76，这个厉害了。我那个24岁到27岁都保持大概这个样子。后来交了一个女朋友，
比较没有时间运动什么的。哦，是整体充气的感觉。我现在看这个照片，我觉得我根本没有变壮，我是变胖而已。哎，我以为我都是肌肉。可是你这张照片跟杜丽跟刘小艺比的话，你是在变这个什么意思？你好意思说你胖？我那时候八十。我那时候82公斤，哪有胖啊？我是觉得有一些人还没有到非常胖的时候，一点点胖，都感觉不出来自己胖，就瘦下来之后才发现到底多胖。对，所以我后来是开始上节目嘛，然后我就瘦下来。这个是我刚开始上二分之前29岁的时候，我瘦到我两个月内瘦8公斤，从82瘦到70，怎么弄的？怎么弄的？这个很重要。我就是麦片跟 yogurt。然后一餐可能是蛋跟蔬菜，然后一餐吃坚果，然后每天大概这样子两个月。可是听完觉得好饿。对啊，好吃肉啊，主要是很不均衡啦。但是呢，我们今天下一个题目就是万万没有想到这样做竟然瘦不下来还会变胖。很多我们日常习以为常的很多小习惯啊，小小的生活日常，竟然都是造成你变胖的原因，所以我们就要来聊一下咯。好，吹冷气一定要的，吹冷气会变胖，因为我很怕热，然后我很爱吃冰，我就是那种喜欢待在冷气房里面然后边啃冰棒的那种人。基本上只要像前阵子啊，就是每天都很热嘛，我就每一天就是会想要在家里面比如说吃冰啊，开冷气这样子，而且是可以吃一桶的。那当然冰淇淋可以选啊，我可能也会想说选一些现在有些低糖低脂的，但跟大家讲都一样，因为都是吃冰的。那因为我家里就是我叔叔他是健身教练，然后他因为我不是说我前阵就是不是很肿嘛，就整个浮浮的都会觉得这个人不知道怎么那种感觉。他就跟我说，因为他都会来我家嘛，然后他看到我他就说，彤，你再这样真的不行哎，你知道你这样会变胖吗？然后我当下就整个你知道不爽，因为我就觉得我已经很辛苦了，不过是含个冰块会怎么样，吹冷气怎么样了吗？他就说你这样的话会很难受，他说因为你这样整个代谢都不好，我们常常都处在那个冷气房里面，你就更不想动，然后你又吃冰的，就是整个的代谢啊，然后体力啊什么的都会减弱非常的多。他说如果你真的想要减重，你不要再吹冷气，你不要再吃冰了。哦，就是把冷气电风扇都关掉，让自己一直流汗一直流汗流到脱水这样子。是这种方法吗？因为他就说其实雨桐说的是对的。你看，因为呢，我们曾经就是看过一个研究，就是有人去那个极地生活一年，就他一年后回来之后胖到他老婆不认得他。因为呢，我们短时间去很冷的地方，你身体会觉得 OK， 要制造能量让自己温暖，所以会瘦。可是如果你长期都这样，身体就觉得 OK， 就是现在就是要储存好能量，才不会被冷死，然后代谢就降低，所以它就会一直囤在那边。像你看，像极地哪一个动物是瘦的？北极熊的概念，北极熊、企鹅。然后到热带的地方，动物都好瘦。对啊，北极熊、企鹅、杜丽。而且其实有一种说法，就我不知道是不是对，就是我们到冷的地方，或是你一直让身体很冷啊，然后你的身体机制就会说，哎，就他妈得我的主人这样子，好像会觉得快要死掉了，所以他就囤积所有的热量，为了要保护自己。对，甚至还有人说，女生常穿迷你裙啊，然后吹冷气，然后大腿这边很凉，腿就会变粗。真的有，我有听过。而且像我自己啊，因为我膝盖特别容易冷。就是我哪里都不凉哦，不是，是我的膝盖特别容易凉，然后我就发现那一阵子仔细看，发现脚特别容易水肿。对啊，因为他就是想要保护你啊，而且血液循环会不好。对，对。再来，少侠，你有做过什么事？没有，是我朋友啊，就他的方法就是吃能量棒，但是能量棒这个人吃的是那种 skinny fat， 他就是肌肉不多，然后有一点的胖。那他想说 ，OK， 他想要多增加肌肉，那同时减肥。OK， 所以他每次运动之后啊，或是可能外面啊，他可能现在没有时间吃饭，他就是每次带很多能量棒。他以为他的能量棒可能只长肌肉，可是问题是，
它的热量蛮高的，其实没有比饼干好。名字的关系，它叫 protein bar。对。然后就以为啊，这蛋白质啊，它蛋白质对身体绝对是好的，所以其实超级恐怖。对因为其实吃能量棒到底会不会瘦这件事情，我是持圈差各半，因为要看你怎么吃。通常能量棒一根大概都是150大卡以上，那它其实它是用来让你运动前补个能量，或你运动后可以修补个肌肉用的，不是让你就是吃了感觉有能量很健康，那你就一直吃一直吃饱的。对，它不是让你吃饱，它是补充你能量的。所以如果你吃了，比方说你吃了一个能量棒，你没有吃点心，你没有喝珍珠奶茶，没有吃炸鸡排，哎，那会瘦。可是如果你吃了，那其他东西也照吃，那它就是多的。所以要看你怎么吃。OK， 前阵子还有一个恐怖的东西，凯杰买了之后就越来越胖，他只是买这个东西哦，是什么呢？这个东西真的很恐怖，它是气炸锅。毕竟这个东西是没有用油，然后就可以卖那种什么Costco 的一些什么一大袋的那个薯条，然后拿回家里啊，然后就是没有加油，然后会觉得说好像还可以爽到，可是不会这么不健康，不会胖，心理安慰。结果就是你会觉得哦，我吃这个东西我没有再胖，所以你会一直吃，你会觉得我可以继续吃，然后所以你会吃的东西越来越多，然后到后来就是不知不觉一个月就是胖了3公斤。买那种一袋的薯条，它就是已经炸过了，对，它油就在里面，它只是重新加热的概念而已。对，它其实油已经加在里面了。那我觉得气炸锅它一定是利用气旋原理，让你食物本身的油然后拿来炸。所以假设你要健康，像凯杰如果要健康，你拿来炸蔬菜，曾经有人炸四季豆啊，然后拿丢进去都不加油，就出来中间的豆子都不见了。哦，因为它整个干枯变成一个瘪的一个干枯的，你可以撒一点干扁四季豆，撒一点橄榄油啊什么，那个就很好吃。对，所以还是要加一点点。对，所以气炸锅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是你不要拿来炸已经有油的东西。对，所以大家自己要注意一下。是。那凯琳换你录憋尿，憋尿会变胖，真的好奇怪。因为憋尿的时候，让你的身体的内脏度数累积，然后比如说让你的你的肠胃运动很慢，然后就越来越就是你的身体就里面就不能代谢，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啊，难怪我的腰一直没办法小一点，然后那时候我的腿很粗，然后一直觉得很不舒服，所以现在我就觉得一定要喝很多水，然后如果想上厕所你就马上去上厕所。没错，水量当然是最重要，但憋尿这种概念，我们憋尿会变胖，应该是说这个我其实是鼓励大家要去上厕所，就是等于你不只是憋尿，连你憋大便都会胖。因为有些人想说忍着一下就算了，可是尿跟大便都是你一定要排出去的一些废物，本来就是，所以你把那些废物憋在身体里，那你就囤很多毒素在身体里面，所以你有尿要去上，有便要去排，那你身体的代谢才会正常，不然身体会觉得哦，现在不能排，那我也是省着点用，我就憋在身体里，省着点用。所以它就会让你的尿变少，然后便少，那你的毒都会排在身体里面啊，所以就可能小腹会肿啊，腿会胖啊，代谢循环都很差。OK， 好，那今天讲了这么多有点恐怖的资讯给大家，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到底怎么做就可以保持身材不复胖，有很多很简单的办法哟。欸，我不对麸质过敏，我不能吃面啊，不能吃披萨，不能吃那些淀粉，我现在就通通都不吃，所以我现在就是 每次煮饭我就是加可能肉跟菜，不会加任何的淀粉。那我现在我有准备料理给大家吃，我拿那个鸡胸肉，然后我加一些香料，比方说paprika肉桂、红椒粉、辣椒粉、那个孜然，然后加酪梨油炒一炒。另外我懂你的意思是要它吃起来不要那么没味道，对不对？对，就是那些香料一定要加味道，如果你没有加香料就没有什么味道，吃起来会很好吃，不会说就是那种就是水煮的没味道，沥过油的没味道。因为很多人害怕，我以前也是这样子，我以前每天也是自己做料理，可是我没有加香料之前，我其实吃得很辛苦。那我现在加香料，我每次吃饭我就很快乐，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做的东西很好吃。那蔬菜的部分是用那个白色花椰菜，跟那个青花菜，然后那个我加洋葱啊、大蒜跟
姜、马铃薯，然后那个白色花椰菜，我做成有点像米。因为我不能吃淀粉嘛，所以我把它切成很小的块，做成那个 cauliflower rice， 然后也是用那个 turmeric， 那个叫什么？黄姜粉，然后也是炒一炒，也是加入洛里哦，然后最后全部放在一起再炒一次。少侠用的是现在很流行的花椰菜饭，对，这个很适合那种淀粉控或者是在低糖减糖饮食不能吃饭的人。那这些花椰菜饭它其实就是菜。但是他故意把菜做得很像米饭的感觉，所以大像有些人喜欢用花椰菜饭炒饭，对，那其实炒了一整盘，里面其实都在吃蔬菜，超好吃，我吃光了耶，我也吃光了，真的，我觉得调味的好好哦，而且我喜欢它花椰菜，因为我自己很讨厌吃没有味道的蔬菜，可是这样调下来，我就觉得好好吃哦。对，我还有一个小秘诀，比方说我的青花菜，如果你没有微波炉的话，青花菜放在微波炉很快很好。因为它如果你放个3分钟左右，它不会烂掉，可是它还是有，它也不会太硬。那我先把它在微波炉做好之后，再加进去炒一炒，很快就弄好了，就不用等。对，不用等，对对对对。而且它这样 GI 值也比较低，就是你的血糖不会升这么高。那如果很多人没办法像少侠这样自己做的话，那我有一个组合的方法可以给大家，就是一个吃东西的公式。就是很多人都会问营养师说，哎，要怎么吃外面怎么吃食物啊？比方说一顿餐要怎么选，尤其是便利商店。三餐总是在外嘛。对，那这时候呢，有一个公式给大家，这个公式你随意组合，可以组合出600多种。哦，大家来认真看一下哦。就是你可以选一个有淀粉的，然后选一个有蛋白质的，再选一份蔬果，然后再选一杯饮品。就是你每天可以从这里挑一样，比方说今天吃预饭团配一个鸡蛋，然后你再带一个苹果，然后喝一杯咖啡。哦，它是可以综合这样交叉配的，你就选一个组合，这样感觉也吃蛮多了呢。对耶，一餐下来一个就有5种可以选嘛。对，那其实你每天其实每一类的食物都会吃到，然后也是均衡的，可是又不会担心要怕胖，主要是方便就可以真的每天执行，不然压力很大，弄到最后就啊算了啦，今天还是叫披萨好了。好，那除了吃之外呢，我们就是活着就要动喽，所以呢要动起来，也能够教大家在家里就可以轻松的瘦。好的，我们现在直接预备了瑜伽垫，然后预备了专业的老师以及永远不认真的学生。我也要进入。当然，老师、瑜伽垫、学生，哎，刚刚好，哎，好像很合理。对对对，简单的，来，凯杰老师麻烦，你列一下。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滚轮嘛，知道。可是很多人会用错的方式来用这个东西。是。对的方式，其实你要先把你的身体先搞定，从这个位置，然后你的手在你的肩膀下面 ，OK， 先把你的肚子用力，可以有点凹背这样子，然后让你的腹肌先用力。用力的时候，你的屁股不要太多往前往后的那种动作，然后再来开始。哎呦，然后用那个腹部要多用力，而且其实是要慢慢的做，用你的腹部对，那很快要慢慢的，真的在用力在做，对，了解了。我靠脸吃饭的，真的，我这样弄下去，我要破盖边了。不会啦，啊、好了，试试看啊、那你要试吗？然后你的手在你的肩膀那边，然后先可以，你可以帮助一下朋友，让他的腹部这边用力，确定用力的时候，就从这边开始往前，屁股不要动哦。回来，背压又凹一点，回来，屁股不要往后，屁股不要坐，然后手往前，用腹部， okay. 嘴巴不用用力，嘴巴不用那么用力，感觉他在练他的力的肌肉，不是。嘴巴不用力，没有施力点。好，来，嘴巴用力，那预备，起来，认真，嘴巴很用力，对，用力，嘴巴太用力了啦。手拉出去，用力。为什么小王哥坐起来就要在复健呢？用力，好，回来，用力回来。回来了，回来了。屁股不要往后，用这里啦。你现在骂我是不是？你是在骂我？我在鼓励你嘛。好，鼓励。好了啦，好了啦，掌声谢谢小王哥。好累啊。谢谢凯吉。哎，吴可呢？你知道我们的电梯断电，会不会太腐烂？是怎样啊？因为我们的人呼其实很坏，他们为了比胖子运动，他们会做什么？你知道，如果你在乌克兰坐公车、捷运，就没有椅子，椅子很少，没有椅子，他不让你坐，大家就站着。即使有椅子，可是很少，就老人坐，那些是博物坐，对不对？不爱坐，可是因为他们觉得只有胖子应该要站着。
就很好的运动呢。可是垃圾桶也全部收掉，垃圾全部拿着，提着，提着运动。对，但是最讨厌，我每次回去乌克兰，我就有那两个大的心里想，然后到我们的房子，电器店关，每次我们的电器就要停电。那每年一样，我受不了，就怎么这么那么的烂。然后就在那边，知道我听了 radio， 然后有个人也抱怨说，在所有的市区已经两个月，为什么他们停电，电梯不能用？所以就打电话政府给他们抱怨，然后政府说，你们抱怨什么？不是很好吗？因为就很好的运动呢，像你一天平常，如果你坐楼梯上下，应该一天最少是四六次。他就说就不需要去健身房了，你这边走一走。强迫。然后他就在开玩笑，其实他真的说，我说你知道乌克兰现在胖子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就支持你们运动，你们不该抱怨。对啊。好处是乌克兰的房子平常差不多9到12层，哇，就 OK。好想死哦，伤膝盖的感觉。如果你觉得我好累，就要减肥啊。这个就是整副的目标。他可能还没瘦下来之前就要换成公司的。真的。你家住几楼？我父母住在5楼，我住在8楼。8楼也够呛了吧？然后提着行李箱上班，然后两个行李箱，然后我也觉得哦，怎么那么放？每次回去这样子，父母觉得也运动很好啊，他们都习惯了。他这样一说，我想起来南非的高中，就是我们是每一堂课没有自己的教室，每一堂课都要换来换去，所以学校会故意安排，可能这一堂课在 A 栋的1楼，下一堂课在 B 栋的3楼，所以就是故意安排你要这样子爬楼梯爬来爬去，因为很多小孩子就。太爱吃糖嘛，像我刚刚说太爱吃糖，所以政府呢也帮忙推广这个，让人民瘦一点。他们就是利用一个糖税，对，他们利用糖税的方式。这个糖税基本上就是过甜的食品，甜点食品、饮料啊、蛋糕什么的，他们每一克的糖会多加20%的税。每一刻会多加有效吗？因为比如说像现在也是，其实鼓励大家戒烟，然后税就打得很重。对。但就是抽烟人就会说，他会更努力的去赚钱，为了要抽烟。对吧？所以南非的这个方式蛮有效的，因为糖税变高了，所以你可能平常买一个可乐5块变成20块好了，然后可是可乐会不饮料会不想要让这个东西变这么贵，所以他会不用糖，他开始用人工糖精。这样子就不算。但是他们用人工糖精就是很有效的问题，就是变得不好吃，东西变得超难吃，然后大家就不会想吃。大家对，像我这次回南非，我本来很期待要去吃我的童年回忆的一些饼干什么的，我去买来超难吃的。然后我这次还特地带大行李箱，想要把它塞满，全部带回来跟大家分享，不然每次上节目没有南非的东西可以分享，想说带回来，后来就去买了，我没有一个东西是想带回来，然后再加上那个非洲猪，我连肉干都带不回来，我的行李箱最后是空的回来，我超难过的，我人比行李箱还空虚，真的空虚寂寞觉得冷，真的，不过这是有效的方式啊，强迫大家很减肥。对啊，我这个是真的已经成功的，这是一个朋友跟我分享。印度有肥胖吗？有，印度有肥胖税。印度呢，因为他们早期吃很多的椰浆，就他们的菜里面啊什么都很多椰浆，所以他们其实胖子也蛮多的。后来政府就发觉这样不是办法，所以他们设立一个肥胖税。他们怎么磕？他们是针对了高热量的食物，什么汉堡啦、三明治啦、披萨啦、意大利面。这些高热量的食物，它会多加14.5%的税。那为什么我讲它是成功呢？因为后来呢，当然就有人抗议嘛，然后政府就把数据甩出来，他说，自从他开始施行肥胖税之后，因为肥胖去做减肥手术的人口真的变少，后来人民就不敢抗议。哦。这个税到现在还在，好像还在抽。收多少税啊？14.5%。14.5%。针对刚刚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它是额外再多抽14.5%。这些税在美国才该收，是不是？真的，我觉得这些国家还有盼望。对，就是因为他们想解决这些问题嘛。但是你知道美国吗？我们就是想配合大家，对，就是要帮助大家，所以我们有一个 king size 救护车。他们一直在想办法去配合更多肥胖，他不是要想把胖的变不胖，他是想配合胖怎么生活更好。对，他们很尊重人权。真的，对，所以比如说有出了事情，你要叫救护车，他们会先问你，你是不是要大一点的？
因为他们不好意思问说 你身体多重，他们就会先问你需要比较大台的吗，或者 正常的，这是第一个。对，再来如果你去医院，他们有很多东西来配合你，就是让 你舒服一点，因为谁喜欢去医院，没有人喜欢。对对，所以比如说你坐 你进去你不能走路，你会坐一个宽大 的轮椅。对、OK， 然后再来你去医院一定要量血压嘛，所以、那个量血压机器那个 它叫绷带吗，它是有更、那个、哦绷带，对，它更大更长的，因为这些人他们的他们都，我现在帮你量了，这么大一个，真的，我给你看 ，OK， 是神木，这些人这么量血压，你看他的手，真的、哦，而且这个画面你在美国到处都会看到的，这个算是正常。我有一个台湾朋友，然后他在美国留学嘛，然后他在美国要做一个身体检查，然后他以台湾人来看，他身体比较大一点，对，然后他觉得啊，应该没有我可以穿的检查衣服，那个检查服装，所以他有跟他们说，你可以帮我准备大一点的检查服装吗？然后说好，我们帮你准备。OK， so 他去换衣服，然后他就穿下来，完全掉下去，太大件的，对，因为我们都有就是要配合你，所以我们已经放弃了，我们不想解决问题，就让你舒服一点。最近就是医疗科的政府有一个新的规定，就是你因为胖子很多，所以他们就是一直在请假，然后工作不好，所以很多公司他们就是一个，你可以如果瘦了，你可以拿钱奖金啊，对，奖金就是你先去报名，就是量你的体重。但是问题是，我认识就是我们认识一个人，然后他本来很瘦，然后他故意就是去变胖，然后变胖了之后，就是在减肥，就可以拿钱。然后因为钱蛮多的，就是很多公司，因为他们真的很多人就是胖了，所以请假都有问题。所以就是你一公斤可以筹到3000块一个月。一公斤3000块，对，大概100。对，哈哈，拼了吧！哇，你 range 好大哦。我可以去。一公斤3000块，所以很多人就去吃很多，反正你吃了很多就可以很容易变胖，然后就是他们拿钱，然后就瘦下去。就美国真的什么 size 都好大。美国真的太棒了，除了有 king size 的救护车，他们还有 king size 的马桶。你到那是不是觉得好像回到了家？好棒的地方，不管是在他们的那个，比如百货公司啊，或者哪里，他们马桶大的惊人啊，而且他们的马桶盖前面都是空的，最适合我跟小梁哥我们这种的，到底对不对？然后不然都会有阻碍，上厕所很不顺，真的好辛苦。我真心觉得，如果某一方面有水肿的问题，真的要去看。没有没有没有，这是我们的私人困扰、okay. 啊。对，有一次我朋友他因为他比较小，只157公分，然后他就去那个一个女生，他就去每个那个百货公司上厕所。他说不夸张，他真的掉进去，对，因为真的太大，美国那个马桶太大了，对，因为你走在路上，你看到很多那种就是真的屁股超级大的那种女生，她们又觉得屁股大很性感，是，她们对那个都算小的，你知道，那个屁股超大，那个一定要这么大的马桶，她才有办法上。其实我在日本也有看过一个很荒谬的现象，就是。最近日本的便利商店开始用减肥这两个字来推销减肥点心，日本人还需要减肥哦？对，就是减肥洋芋片、减肥蛋糕、减肥泡面这种。然后有一次我在日本去便利商店的时候，看到这个减肥蛋糕，我想说哦，这个有吃过吗？这个牌我说我吃大牌的，这个人我看了觉得好害怕。这个牌子不是在日本是一个很大的瘦身公司吗？但是我觉得哇塞，怎么会有这种减肥蛋糕？然后就很开心的买下来，因为我是很容易变胖的，但是很想吃蛋糕嘛。后来我吃完之后看了那个营养成分，就看到竟然有388卡路里。那为什么会叫做减肥蛋糕？对啊，就是因为他减一半呢、啊，本来是700，跟一半的蛋糕一模一样嘛。但是他们还说减肥蛋糕，我那时候我就知道我已经吃了8个茶叶蛋的卡路里呢，也太多了。而且他们还把这些卡路里故意写的很小，都不会让我们看到。你们现在国家有没有流行什么样的减肥大法吗？因为减肥这东西应该在全球都很盛行。对，像南非现在很流行一个叫做
叫什么 Banting Diet， Banting Diet， 它其实跟生酮饮食很像，可是它好像算是第一代，所以那时候的资讯就是很蛮烂的，就是它基本上就是说你不吃糖不吃淀粉，什么都可以吃，然后尽量去吃高脂肪高蛋白，然后就因为这种吃高脂肪的东西，很多人就是利用这个 Banting Diet 开始乱做一些比如说千层面意大利面，然后他们都说这个是 banting friendly 嘛，就是你就算是生酮饮食你也可以吃这个面，可是它变成就是满满的鲜奶油起司，然后有一点点肉，可是就脂肪很高，然后我妈跟她的姐姐他们两个就是用这个 banting diet 真的成功瘦了20多公斤，两个人都瘦20多公斤，可是瘦了20公斤，然后新加了一个胆固醇过高。对啊，对，然后有一好没两好。对啊，他们两个就是虽然都瘦了，但是现在我阿姨比较严重，她还要每天打那个，就是那个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胰岛素。对对对对对，她现在每天她虽然瘦了，还是照打。对啊，而且应该心血管疾病很严重。对啊。啊，最近听到一个流行酸女性就是白酒鸡蛋。的那个减肥方法，那这个是比较急救的，你现在要再短的时间可能是减肥的。然后早餐就是一颗那个水煮蛋，然后一杯白酒。早餐呢？早餐太适合我了，是不是？你喜欢吗？早餐可以为了瘦身可以试试看。然后那个午餐的时候就是两颗那个鸡蛋，然后还有那个两杯白酒，然后也可以配一杯黑咖啡。然后在晚餐就是好像是什么。好像是也是一瓶白酒，在鸡颗，在鸡颗什么鸡蛋啊，然后还有什么牛排，然后剩下的那个白酒瓶，你就可以把它喝完。你确定这是减肥的菜单还是酒鬼的菜单？这是真的啊，你就可以上网去查这个东西啊。蛋会不会吃太多也会胆固醇过高？你重点怎么会放在蛋啊？这是白酒啊，就是酒也 OK 的那，而且白酒的热量很高。对，然后因为你知道女性人都喜欢喝酒嘛，红酒白酒又很便宜啊，然后所以那些酒鬼就是觉得说，只要有理由喝酒的话，就这个减肥方法就还不错，就一天就可以干一瓶那个白酒啊。你有试过吗？我没有试过，因为我不喜欢喝白酒啦，然后听起来就很恶心。但是我在英国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大家很喜欢喝啤酒，所以在英国有啤酒减肥方法。因为这是真的，我有听过，因为他们说这个啤酒里面有酵母，然后这个酵母帮你减肥。然后我朋友真的做，因为他很爱喝啤酒，然后他也胖了，然后大家说你要减肥。所以他说他没办法放弃喝啤酒，所以他就做这个啤酒减肥方法。那怎么做？就喝啤酒而已啊，什么都不吃，每天喝啤酒，什么都不吃，就喝啤酒跟水。因为如果你喝啤酒，你一直想尿尿，然后你的身体里面就睡不够，所以你就喝啤酒跟水。所以哪个我认识的英国人，他这样减肥20天，然后他20天减肥15公斤啊？可是人家不是说啤酒肚，啤酒肚啊，不是会没有，还好啊。可是因为什么食物啊？是因为每天宿醉，然后都没有胃口。可是你喝酒就是对肝会有。可是瘦了以后，结果痛风会不会就出来？因为他瘦了一点，因为他们说比较 OK， 因为他瘦了。而且酒喝多了会觉得很饿哎。那对，不会饿，因为我也失手了。我也失手了，可是我这减肥5天，你知道你开始喝啤酒的时候其实还可以啊，你觉得饱。但是我第4天已经受不了，然后第五天我开始想吐，因为你这一喝啤酒，然后已经不行，然后你吃也不想吃，喝也不想喝，然后就喝水，所以我受不了。但是我听说在美国一个人，这个从美国开始了，在美国在 Ohio 这个人减肥46天，46天只喝了啤酒，然后减肥20多公斤。这真的，我跟你讲，我们今天只是在探讨全球就是现在目前流行的减肥方式，但不代表它是正常对的，对，因为你这样听起来对身体就是有负担。像我是听过有个叫狮子减肥法，哦，非常厉害。怎样说？他就跟你讲说，你看狮子，它是不是吃了一只斑马以后，它是不是就趴在那边不动？对，对不对？他就吃了一次斑马，他趴那么不动，可是他也3天不吃东西哦。表示说他一次吃很多，但你就趴着不要动。然后，那你就是慢慢的自己会消耗你的热量。等你的身体习惯了之后啊，你就不用再吃这么多了。你慢慢的让你胃口小下来。那我一开始听着，我觉得
这个其实吃完的斑马现在在哪？我那天就没有，我没有吃斑马，但是我就因为上礼拜我就去纽约嘛，那只去几天而已，我就想说那就因为那个时差调时差很麻烦，一到那我到底现在吃早餐还是吃晚餐我不知道，我想好，那我就来实施狮子减肥法，所以你就吃路上的斑马，街角没有，我就去街角，我就真的吃了那个牛排的早餐 ，steak and egg。然后那个蛋我还加特别炒 cheese， 然后三个蛋，然后完了以后又有一份那个 pancake， 然后 pancake 完了以后还有很多那个马铃薯，还有很多的那个培根，我想要吃完这样子总会饱了吧，我可以趴着了，我是狮子，我很开心，我就一边走路回家，又走回饭店，一边想我是狮子，我就趴下来睡觉啦，因为那个时差来了嘛，我趴下来睡觉，结果还没有瘦。我就真的先胃食道逆流了，我就吐了。肯定的，你吃成这样立刻趴下来睡。所以我要揪出来到底是谁发明狮子减肥法。哎，不一定啊，因为可能狮子也有胃食道逆流。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对。每个礼拜有一个新的减肥方法，真的真的有超多的。比如说，你看五年前有什么流行的。说不定下个礼拜有新的，真的。世界上超多无聊没用的减肥法都是美国来的。对，会怪美国，真的没关系。现在日本很流行的一个减肥方法，就是叫做一日一餐，就是透过破坏一天要吃三餐的概念，来让你快速的减肥。我以前，国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已经胖到不行，快有100公斤，那时候。有一个喜欢的女生，然后跟她告白说我喜欢你，她就说我不想要跟怪物交往，或者真的让我得到那个心理创伤，有没有想过不是因为肥胖的关系？喂，我那时候我想不到其他的理由，真的。对，后来我就开始想办法减肥，然后尝到这个一日一餐，然后8个月就瘦了20公斤。哇，一日一餐，就是那你吃哪一餐？一天只能吃一餐，就是都可以的，但是分量不要太多。还有，如果是变饿了，就可以吃苹果。我一开始一直在拼，我觉得哇好饿，很辛苦。但是后来，我觉得我的皮肤也变好了，而且越来越帅呢。哦，对，开始产生幻觉。对，太饿了，就是饿昏了。对对，饿昏。已经潜下去到瘦了20公斤。所以我觉得可以参考这个减肥方法。为什么都不可以吃，然后就努力健身就好运动啊？因为我懒惰嘛，对不对？哎，等一下，等一下，其实美国的那个叫什么 scientist 科学家，他们做的研究就是讲这样子吃法，其实它对身体有好的很多的帮助。就是比如说你有那个 high cholesterol 胆固醇很高，或者你的血糖很高，它可以治疗糖尿病，这个是真的。研究过的，你说一天吃一餐吗？对对对，因为你的metabolism 新陈代谢啊，对，就是那个对新陈代谢，你的身体会自己调好，因为他知道只有一餐，所以你身体都会调好，所以你的身体就会慢慢的变好。那我狮子减肥法算一日一餐吗？狮子减肥法算是失败的一餐。对，心理师我去我姐跟我讲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表姐在医疗科，然后因为她胖了，所以她想就是减肥，她就是照了一个很奇怪的方法，就是吃棉花堡糖，就是棉花糖，对，那一颗，然后她会加水在上面，然后吃掉，吃了几克之后，因为棉花糖就是很膨胀，很难会出，就是出体外，它会是就是留在你的胃，然后会碰在那边，所以会比较变成大颗，那你就感觉不饿，饱了，那它可以吃吐司灌牛奶就好啦。但是这个因为棉花糖没有卡路里啊，所以就是算是零。棉花糖哪来的？没有卡路里，就是糖，不是那个糖。就是棉花，不是 marshmallow， 不是 marshmallow， 不是 marshmallow， 就是棉花。棉花可以吃，对 ，cotton， 就是 cotton， 就是一颗一颗生的，还没透过那种加化学的，就是从树拿出来的。然后它刚种好的棉花拔起来吃掉它，然后加水，没有加水，先加水再吃，然后它可能就会膨胀，它就会膨胀在你的胃里面，然后你就感觉。
多饱了就饱了。我不知道台湾的跟其他的国家比起来怎么样，因为我只吃过台湾的芭乐，其他的国家我通通没有吃过。我们德国，我在德国没有看过芭乐，我们应该也有卖，可是。我小时候在德国都没有看过，我只吃过那种糖果有芭乐口味。我是觉得它看起来蛮无聊的，然后我咬一口，我觉得味道不错，可是哇，它的籽也太硬了吧，我怕我的那个牙齿会断掉。真的。然后我后来有一点害怕吃芭乐，后来发现我那时候的女友叫我应该要把它切开，然后用汤匙把那个籽挖掉。我就原来可以这样吃，然后我从那天就几乎每天吃一个芭乐。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维他命 C 是所有水果里面最多的，而且热量最低。对它，而且它比我觉得比苹果好吃，而且很容易有饱足感。没有，它的甜分是比苹果低啊，它是减肥的好伙伴所以这是很棒的水果。对啊，但是你们记得以前籽，我记得吃下去的时候，长辈就说。籽是会便秘，是不是？对，加芭乐棒庆剂。哎，对对对对。然后籽说吃进去里面肚子就会长芭乐，对，长芭乐素从嘴巴出来。奇怪，为什么以前小时候会相信这种鬼话？老梁，哎，怎么样？我说您家那一口啊，你老婆除了个性以外，你还不满意她什么？个性我也很满意，不要挖洞给我跳，我都在听，好不好？各方面都很满意啊。是睡醒来的啊，各方面我都满意，只是因为你知道你们女生就是爱漂亮嘛，都会觉得说啊身上有一点小肉肉啊，看得很不舒服。不是，就你一直在念吗？我没有，你没有吗？没有，我觉得她很好，浓鲜合度，嘿，都 OK， 对对对，嘿，那身上有点小肉肉，女生会嫌自己身材不好，这是正常的。对啊，那你都怎么处理呢？哦，那很简单嘛，我就说，哎，那你可以打给小珍聊聊啊，也许就不会。哎，你怎么还不打她？我说啊。你只要放宽心，没有什么。没有，他讲的也对，聊一聊嘛。因为呢，其实对大嫂啊，那个小孩还不会认爸爸，现在办手续一切都来得及，找第二春刚刚好。没有手续要办，没有都办好了。小孩出生证明都办好了。小孩的出生证明什么都有办了。爸爸是写谁？爸爸写我，不能写杜丽吗？可以，可以，可以。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聊，因为而且现在又是夏天嘛，对不对？难免衣服要穿的比较短小精干一点嘛，对不对？就像你这个从冬天穿到现在都短小精干。冬天我是穿西装，而且你知道有没有关心我？而且当了爸爸之后，肺活量变好强，真的有练呢。因为在家里不能吼嘛。好了，家里也没有什么要吼的，都很好。对，所以今天呢就要聊到了，说平常呢就是要来健身嘛。对啊。根据网络调查，女人最不满意部位，第一名为肚子，其次为大腿、腰部及屁股。因此，她们疯狂的健身及听信偏方，但总是瘦不下来。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今天请来了各国奇男以及专业的女健身教练来为大家解惑。各位有一个不满意的地方吗？当然。May 最后说，因为你要讲很久。是你对他不满意吗？没有，很满意。我觉得是你对我不满意。没有没有，很可爱的一个。那美玲来，你不满意的地方在哪呢？我不满意的地方在。啊。这是谁的下半身？这是谁的下半身？哦，臀部跟腿。我啦，这是我产后进健身房拍的照片，然后是大概你是偷拍隔壁的大婶的下半身吧？没有啦，这真的是我，对，这是大概产后一段时间的两个月吧。是产后两个月，你整个孕期胖了几公斤啊？15。那也还好，是正常的，一般也还好吧。对，就是因为有人还27耶。谁？适度的运动可以防止也还好吧。聊聊嘛，聊聊。好，还我。哎，还有40的，还敢今天还敢来耶？没有，就是40的才要来啊，是不是？所以你产后对你自己最不满意的就是下半身。其实产前也是哎，就是从还没有运动开始之后，我曾经去健身房，超好笑的。那时候刚开始办卡嘛，然后一去就不是有手扶梯要上身吗？然后上身的时候，从前面来了两个很帅的男生，就看到正面说：“哇，哎，快去快去，这女生真的正超正的，哦，脸哦很漂亮，五官又怎么样呢？”确定他们有说那么多吗？就洗洗手扶梯很长，很长，对，然后就。到后面的时候，一到后面的时候，说靠，屁股也太大了吧？哎，你看，然后我整个就是自信心就被击溃了，是哎，对，然后所以我妈妈常说我们泰雅族是下盘非常稳重的民族，这样。可是我为了又为了当我老公的那个示范的对象，对，所以就
我觉得其实还是有救的。你现在方便撩同样的姿势、同样的位置吗？哦，差不多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哎，平很多哎，又不急，不急耶。杜丽，你搞什么？你女生就人家就呼吸，你这个是什么？我也有，不要打开，不要打开，道歉，道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美玲，再给我们看一次，你腹肌很漂亮啊。哇塞，你看看，哇，要有，哇，腹肌耶，有线条，有。因为他家里就有一个免费的教练啊，对不对？我省蛮多钱的，其实。那你有用什么激烈的方式把自己操成这样吗？其实之前就不知道，然后年轻的时候大家都说抹辣椒膏，然后就是你就是抹你的大腿、屁股，然后再弄那个什么保鲜膜。嗯，对。结果不瘦就算了，还跑去挂急诊，因为全身性过敏啊，太刺激了，会灼伤。所以后来你就还是觉得轻运动比较好，对不对？这是我，对啦，我真的还要感谢老天爷让我认识，就是我的健身教练，就是我 Terry 这样子，因为认识他，然后让我就是重新奠定就是运动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教练这个很重要，因为对，因为我跟你讲一个我的经纪人啊，有这么冷吗，孟多？我不能穿运动服吗？可是他的工作会让他很虚，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要保持温度，对，不是。因为我家的亲戚之前也是130几公斤哎，小 B 啊，对啊，小 B 就是因为那刚我认识之后，因为他真的很胖，跟杜丽差不多胖，真的很胖，胖到爆。是，但是呢，也中箭。他跟杜丽不一样，就是杜丽每次说啊，我要瘦下来，我要减肥，我要当新人。他有一阵子还去健身房。我跟你讲，他健身房泡澡3分钟流汗，拍个照回家，你是不是跟健身房的女生一模一样啊？自白打卡回家还是胖，所以我今天就是来上课不行吗？你在讲我？不是啦，我的意思是就是说，观众朋友还是靠你的自己的意志力，还有教练这很重要，绝志。你要讲的就是因为你是小 P 的教练嘛？是的，谢谢。那这一。这么短的话，你为什么要啰那么长的时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下一位，谢谢。下一位，没应该有试过这种那个断食法吧？我试过好多，人家说什么那个6点以后不可以进食，我是下午4点就不进食。有听说？4点？对，4点以后就不进食。会昏吧？然后那时候就是一直在处于饥饿状态，然后该用的方式啊，我还有用那时候之前很。在几年前，那时候欧汉生还告诉我一个，就是好莱坞女明星减肥法，怎样？什么？它就是一个食谱，是一个礼拜的，然后那一个礼拜你吃完这样子吃完之后，它可以瘦4公斤。然后我就真的照这个方法，它就是每天早上几乎早上的第一餐是黑咖啡加一片白吐司，然后大概中午就是选择两个绿色蔬菜跟什么葡萄柚。然后晚餐就是还有100公克、150公克的牛排，他这样吃哦，每天这样吃可以瘦3公斤。我跟你讲，我瘦了3.5公斤，都是蛋白质，那就饿瘦的吧。所以啊，错，教练不行吗？为什么？这样真的，我只能说这样营养不足，营养不够。杜丽听到牛排都醒了，没有，他只有牛肉而已，不行。他说早餐只有一片吐司跟黑咖啡，是这样营养不足。我们早餐非常重要，早餐一定要有蛋白质，如果没有蛋白质，你可能不到中午你就觉得很累了。所以其实早餐要均衡。对，你早餐都怎么吃？我早餐会有碳水化合物，可能也是会有一块吐司吧，然后是我会可能煮个水煮鲑鱼，然后再加个那个花椰菜水煮的，很美好哎。对啊，你看鲑鱼有蛋白质，花椰菜有膳食纤维，然后吐司有碳水化合物，再配一个黑咖啡，我觉得这样还蛮棒的。有了，他第几天的哪一餐是有鱼的？而且像他这样吃的话，其实我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么 OK， 原因是因为。我们要瘦的话，绝对要让基础代谢率提升。他这样子的话，就是身体营养不足，然后身体要活着，所以他会从哪里去找营养出来去燃烧呢？他就会从你的肌肉去抓出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去燃烧。而且这个现在的这个问题是，如果这样瘦下来的话，你的肌肉变少嘛，就是很容易复胖。就是一样，比如说现在吃2000卡路里好了，那就是现在可以保持这个那个体重，对不对？但是这样子减肥的方式，回到原本，如果吃2000卡路里还是会变胖。那个美玲有说她比较注重下半身嘛？对。那你针对下半身，你有没有什么动作可以教我们来做呢？其实一般来说就是锻炼下半身，大家都知道就是深蹲嘛。那我今天要介绍这一套动作就是深蹲的进阶有氧版。
好，那你帮我们示范一下。对。那第一个动作就是前抬腿深蹲。前抬腿深蹲。对。这个很累哦，真的。这个很累，就其实我今天。我老公设定这三个动作，就是你一定要有基础的一个核心肌群要有一定的力气，搞一点，肚子要用力吗？对，肚子要用力，所有都是核心，一定要在你有基础的情况之下才可以做这个进阶的。然后第二个动作就是我们把腿打开，好，然后这同时可以受到我们的大腿内侧，然后臀部、腹部都会用力，然后往右边，哦，感觉屁股往后。往下做，你为什么没办法低？为什么再低一点哦？对，哎，你不要，没怎么了，低一点。好，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吗？下去的时候吐气，下不去哎，没卡被扣住。下不去的话，可能要增强一下你们的下半身的延展，这样子。哎，为什么你已经回座位了？我累了。哦，好，这是第二个动作。哇哇！然后手不能扶吗？手不能扶，不能扶地上。对，其实只要你已经训练好你的那个下半身的话，其实你可以用手这样反扣，然后去找你身体的重心。可是其实这动作其实不太建议杜丽做，哎，因为他怎么了？他怎么了？他的体重会引他的膝盖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对对对对，建议他就是建议他去干嘛？你就去外面买红茶就好了。那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有简单一点的吗？你叫小梁哥做一个。初阶版。初阶简单的。小梁哥给他做一个啊。Squat。就最简单的就是 squat。Squat 就是这样子啊。动态。然后可以 jump。哦，对 ，jump 的 ，squat jump， 是这个是，你怎么有感觉在撒娇？好了，跳蹲这也是基础，它就是也是它的延伸版，就是你往上跳的时候，腿打开往下做。加油，小亮哥加油！为什么会有这声音？你做几下就有一点出汗的感觉。杜丽，怎么了？杜丽，杜丽，怎么了？等一下，等一下，我年纪大，我可能要先做。一般在这边一定要跟大家讲，如果他来这一集，就是要结束他的生命嘛。如果你在跑步机上面没有办法定速跑超过十分钟，比如说像杜丽体重太重，这个我们一般你就先从快走开始。好，不是，哎，你刚刚那个侧面的 squat， 因为有些人做不是很标，他会再往前。哦，因为我刚开始做也是身体会往前倾，然后膝盖会超过脚尖嘛，其实就是你感觉自己的臀部是往后往下做。然后脚九十度嘛，哈。对。这边算了啦，我们这边不要了。上半身要挺直啊！上半身要挺直。背后要翘。法比欧，我听不懂，你示范。法比欧，屁股要翘。我听不懂，法比欧。小梁哥，你的背后要平的。你教他啦，下背要平的。好了，那你法比欧，你教他一下嘛。来侧面。老娘。老娘。老娘。对，开开，对，他开，对，他现在小梁哥现在跑不动了，你们两个调停，你们在干嘛？你们脚交缠在一起了啦？为什么小梁哥觉得害羞呢？我为什么觉得画面好奇怪？好了，不好意思，我们不想看这种画面哦。深蹲啊，快点啊，法比欧叫你深蹲，直的，深蹲，对手可以放前面。往后，往后，往下，对，往后，往下。内八，脚不要内八。开开了，不舒服。你有痔疮，你是有痔疮是不是啊？主要是第三个动作，第三个动作，对，找一条线为基准点，然后我们就是，它的原则就是你是用脚掌，前脚掌着地。好可爱哦！啊，这个我会，这个我会。啊，来来来来，对。要跳多少？往上跳。这个陈哥那个游戏都有啊。对，其实一般这些动作就是，你大概做第一次做的话，从30秒开始，然后休息30秒，再做第二组。现在都有那个塔巴塔计时器了吗？三个动作是一个循环，总共做三个循环，那中间就是休息1分钟。所以你会建议大家在家里做基本深蹲，然后做几秒或做几下？其实看个人的耐受力，因为每一个人可以，因为我的组数就不可能跟对啊，就杜丽一样多。那你就是基本深蹲两下。其实你只要做到，然后做到你觉得会会酸会累，两下然后就可以回去了，两下就可以回家了。不行啦，就是我们还是要找到一个让自己可以持续动起来的。基本上你就是一定一天要几个动作，然后轮流几组呢？对啊，一般就是像我们这样一组动作的话，我会三个循环哦，对才会有效。哎，那你上厕所的时候就可以了，跑掉。
对？他上厕所，我们都扶他去。对呀。好啊，谢谢美玲老师，谢谢。不好意思。孟多，那你有其他动作要教我们吗？其实刚刚他做的动作非常的好，真的一点点补充一下，就是说运动的时候，这个很重要的是，就是做的时候呢，很多人是随便做啊，不知道。但是最重要的是，我现在用到这边的肌肉 ，focus 在这边的肌肉，上去的时候这边这个很重要。对对对。就不管怎么样，就是练呼吸的时候，就是你的意志力在呼吸的这个每一块肌肉，对对对，核心很重要。而且我觉得一开始不用快，你只要就是慢慢来，标准，然后你做少都没有关系。嗯，了解。下来慢一点的，即使下来慢一点，就是上去快一点也没有关系。但是下来的时候，刚说到，哎，这个那个肌肉的负担是有酸酸的。有些人是真的为了要做快，真的很容易受伤啊。而且就是我觉得，所以一定要有一定的肌耐力。那教练呢？这样除了你们有没有什么其他可以教我们？就是刚入门，他想现在开始健身的。对对对，其实想要瘦下半身，最重要的是也是要降低体脂肪。那他像他所做的这些动作是雕塑。那刚刚有看到大家在做的时候，其实他有几个诀窍秘诀，大家记得就好。第一，我们就是一定要打开鱼骨盆宽。对，嗯，对。然后第二时候，我们要提胸、收腹、屁股向后。那有很多人会太过于前倾，那用什么方式去改善？因为会前倾，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腹部核心没力。你可以拿个毛巾，到身体的让我们的手臂在我们的耳朵两侧，这样的话，你腹部核心也可以去练到，你臀腿也可以去练到。哦，对对对，用这种方式去改善。那像一般的女生没有办法做到这种侧边的深蹲的话，她可以用像扑蹲的方式，就是打开比骨盆还要宽，再宽一些。对，然后让我们的膝盖跟脚尖为同一方向，然后屁股向后，这样带到的话，会带到很多我们的大腿内侧，不大腿内侧很深层，对对对对，都会去带到的。好的，那妹嘞，你有今天有什么地方不满意的吗？我很不满意我的手臂。妈妈手，对，那砍掉啊！喂，武力健身这一集这么狠，没有这么的，还有没有说我讨厌我的大腿，别叫我把大腿掉。哎，手臂很难受哎，手臂很难啊，尤其是因为我是真的生完小孩之后抱小孩才会有这样，所以我都会被人家就是被人家笑说什么，哎，你手臂怎么这么粗啊？然后我就是因为这样，然后去想说。我就是听人家讲说要怎么瘦身，埋线，然后埋线就是要一个礼拜要拍打嘛，因为你埋线要拍打。那我自己两只手拍不到，我有时候都会叫我老公打，我老公真的都往死里打。当然，难得的机会，而且想打的不是手，机会怎么可以不打？他多希望你可以埋线在脸上。对。然后打到就是那时候就打到他就 OK 了。你不要这样哦，其实你知道有时候珍妮姐看到我，珍妮姐手劲也很强，你知道吗？她说，哎，你今天有埋线了。开始哎，他就每个人看到我就是打，用锤的吗？然后打到这边都 OK 啊，然后就有人讲说，哎，你，而且我老公那时候八点档要演坏人，然后我出去的时候，人家都以为我被家暴，他说，哎，你老公怎么这样子啊？演立伟已经够坏了，然后怎么还把你打成这样子？因为整个都是黑青，然后又不好看，结果后来哎也没笑，没笑，没有笑哦，完全没有用，他埋线没有笑。你眼睛是瞎了，看不出来吗？好啦，他都会有一些情绪在啦。其实他刚刚讲的埋线啊，或是按摩方式，或者是早讲的那种辣椒啊，涂皮肤，这些都是可能帮助你血液循环好一点，又或者是让你淋巴可以引流好一点。但是它不是真的可以帮助你燃烧脂肪，因为我们要燃烧脂肪，无非一定要从运动中提升我们的心率，才可以达到燃脂的心率。是对，所以促进血液循环其实是没有燃脂作用，它只是排出水分。反而是你运动完，然后腿很胀的时候去按。按摩那个是真的，对，因为它放松了肌肉，放松肌肉对你有帮助，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哇，我这个方式好有效，我马上瘦了一公斤。但你那一公斤排出来是水分而已，并不是燃烧脂肪，你体态不会因此而变得就是漂亮曲线，还是要运动啦。那手臂怎么瘦？手臂怎么瘦？哎，女生就是不要偷懒，其实在家里就有很多方法运动可以瘦身。像我今天就有带这个。这个不是带来卖的，这个就是带来喝的。这是哪里来的山泉水？很简单的一个保乐瓶，里面装水，就是有一个一定的重量，就可以用来雕塑你练一些基本的手臂的。来下来示范给这个这些杜力看。不要看着我。
要先瘦下来再恋爱。你不要这样子，我真有点后悔，我怎么会带我小孩来录影啊？最简单就是我们先练手臂上方的，就是一般这个小老鼠这个哦，这里对，我们的二头肌，两只手自然往下。老鼠好好看哦，他都拒绝你了，你还在干嘛？你不是不是，他这个也很有潜力，其实是就是只要往手臂往下，两只手同时往下哦。然后自然往上这样，对，然后你可以做大概十组，不是十下，然后十下大概3到5组。哎，他侧面真的有那个，你要给侧面给大家看。那其实女生做，我觉得其实就是你不用做太快，就是慢慢的做，你慢慢的做。那你看他肌肉真的有哎，其实就会有效。有力，哎呦，为什么没有人力没耶？没耶在弄哎。其实你看电视的时候，其实就可以一边看一边做。他干嘛这样看电视就看啊？就是这样想才会就是变成杜丽。好可怜，我被 Q 到了，我被 Q 到，我比较更黏了，我更黏。还有第二个动作就是受这个，很多女生都有这个蝴蝶袖，拜拜袖。对对对，哎，这个要怎么弄？怎么弄？这个的话就是你想抓我的蝴蝶吗？对，我要把它抓出来消灭掉。真的很走投无路了。这些动作就是你两只手就是先平放，然后慢慢的到跟你肩膀同宽就可以，就慢慢到与肩膀同宽，那也是慢慢的，然后到平的就可以，然后再慢慢放下来，哦，也是10下。所有动作都是要慢慢的，对，都是慢慢的，因为其实你做很快，其实根本没有感觉。有些女生就是这样做很快，然后说哎，好轻松，好简单，那其实根本慢慢做才有感觉。对对，就是你慢慢，其实你会觉得你的手臂在抖。哎，其实3下我手会抖哎。你看你背后其实这个线，其实我手一直这样，我手也好酸。没有办法，他慢慢就这样垂下来了，往上，对。他故意说没有办法，他就会过去摸他，有没有？我是在让他撑住。这一招真的，对，就是可以。耶呼！没恋爱。你们为什么那么爱演这艘船？这艘船后来沉船了，你们不知道吗？对啊。武雄最不满意的部位是哪里？武雄，你那么瘦哎，我是虚瘦。我是那种有肉松的，啊？这怎样？我这裤子很流行哎！哎，你现在是告诉大家说你的内裤是穿这种型号，很辣是不是？有特别，就是泳裤，就是这个地方腰间肉在。后腰肉，臀跟腰之间这里。哎，这个已经很好了。如果杜丽穿这个泳裤的话，脸线都看不见了。对啊，他进去泳池，人家都看不见。他进去泳池，人家说：“先生，你穿泳裤可以吗？”而且他因为那个是两条线的嘛，他两条线中间，哎，是肾哎。就是会被人讲说，我如果穿泳裤的话，我不是这样顺的下去，我是这边还会有一点点凸出来。那你就不要穿那泳裤啊。对啊，这么简单。而且我真的没有想到，泳裤内裤都一样。那么稚气的外表下，他的服装是这样。真的。武雄，你这样支持你的这些青少年怎么办？对呀。真的就是变得哦，那个地方叫白痴肉，它就会很难受。Love handle， 没关系，不用瘦，我们都喜欢。你这个好变态，真的。教练，那有什么方式吗？两位教练，左右侧腰，这个还蛮有效的。左右侧腰，左右侧腰就是你把脚与肩同宽，是，然后手往上。这样就可以瘦到旁边，这样可以让你这边比较紧实，你可以摸，拉筋而已。我要摸摸看，你可以摸，这边是蛮紧的。可不可以弄一些动作是我们一般人可以做的？这一般人就可以做，而且很简单。哦，对，你其实不是叫你出来捏，你要跟着做。对呀，收往上。然后脚其实不用太开，你就是大概与肩同宽就可以了。哦，对，然后脚尖朝前。对，然后我们。对，往左右，然后但是你要保持你的身体是在中间的，然后上半身往左右。哦。就是你的下半身不可以动。下半身不能动啦。对，然后当你可。
可以把你的腿越开的时候，你这边的延伸会越多。你可以像刚刚那个臀腿的部分，你可以做深蹲再加强版。去往这踢，然后你就会带到你的侧边的。帅哦！哇塞，厉害！试试看，再一次，你再一次，超帅！来，我们现在蹲下来。嘿，哇！教练好像没有出声音。我被你的内力打到了。可以吗？武雄加油！试试。是这样吗？对，我们一样像深蹲，基本深蹲变化版。膝盖不要超，你的膝盖不要超过脚尖，然后提胸收腹，屁股向后，屁股向后，然后再蹲低一点，蹲到你的臀部与你的膝盖平行。对，然后之后站起来之后，往你的左腿就往你左边踢，右腿往你右边踢。来吧，对，可是你踢的时候，你的身体你必须要直的啊。对对，蹲起来的时候，所以一切都还是核心要是直的，对，还是基础概念核心还是要先锻炼，对，还是要很稳就对。我跟你讲，一定要很稳。膝盖真的是不可以超过脚尖，不然你看哦，为什么深蹲膝盖不能超过脚尖？我这样子一蹲，我所有重量都往前了，当然膝盖会痛，膝盖负担太大。可是如果你是慢慢的向后，你当然就会带到很多是你的臀腿了。我知道了，因为可能是女教练，你比较有听不进去的体质。哦，我们现场有男教练，有吗？赵霞，麻烦一下。那个有，这个会练到那个屁那个侧面边的肉，对。然后这个就是可以大概20下左右。那如果你在家里有一个小弹力带，一个东西可以绑在脚上，或是沙袋有重量的，你可以绑在脚的外面，就是放在一起，然后你。去拉打开就会增加重量难度啦。哇，这个运动不错哎，比较高一点，这样子就可以了吗？那种那叫什么橡皮带那种大的那个弹力束，那个叫什么弹力带圈，弹力带这样比较有效。主要就是给它加一点重量，对，加压对抗，跟我对抗，对，好，慢慢下，再慢慢下来，然后再慢慢抬，这样对，加一点重量的话，它就可以达到这个局部的肌肉去做雕塑的感觉，做几下就有一种冒汗的感觉。那另外很多。尤其是上班族嘛，就是坐在电脑前面，很容易腰酸，对，所以一定要练一下腰。那我觉得那个很重要，就是一个方法是，我们先躺，然后，我们会把，就是那个脚跟会放在地上这样子，然后我们会把屁股抬起来，就一条线，就是直的。你练这个动作是因为肩膀碰到地板，然后脚，那中其他地方都不是。然后我会轮流把脚抬起来，还要抬脚哦。我在家里睡觉前都会做这个动作，哎，可是这里还是不能在床上啊。没有，这个不是侧面，这个是腰跟屁股的部分，腰腿。对，那刚刚如果这个颈椎没有做好的话，就很容易受伤。对，其实很多动作我们只要做好，其实都会达到效果。但是没有做好的话，你也真的都会受伤的。对，我们通常两腿的距离就是与。一样与我们的骨盆宽，然后之后它这样子是可以加强强度的。然后我们将我们的双手放在身体的两侧去达一个平衡作用，然后呢，你可以慢慢起来。你要将你的觉知放在你的膝盖内侧，会有种好像要去夹它的感觉，但是又要去 hold 住的感觉。然后去鼻子吸吐气的时候往上顶，但是我脖子不要这样子，也不要刻意去压，我们要保持气体的流通，然后顶到最高。那你可以加强版是慢慢下，你可以脚伸直，顶起来，我在看老师啊，顶起来，慢慢向下，没事，看着你在看哪里，老师好啊，这个动作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带到我们的臀腿，主要是练我们的大腿后侧跟臀部。没有，我认真研究他的腿。为什么刚刚少侠做的时候你们都没有人要看？哎，我是男生啊，没什么好，没有什么好看。他这个要帮比少侠那个还要再难，对不对？因为他整个脚要举起来。对，因为这个动作它可以带到我们的大腿后侧，还有臀部，还有他所谓刚刚讲的就是下背。那下背这边练一点肌肉，还有腹部练一点肌肉，可以帮助你脊椎分担压力，你才不会年纪越来越大就越来越往下，还可以站得停，站得直。我刚刚还没有看清楚，可以再示范一下吗？哎，不用了。请回去看重播，谢谢。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节目就是要解决大家的疑难杂症。当然，那今天这一位委屈也受的够多了，我们还是要听听他的。而且从头到尾一直不断的提到他的名字。对啊，杜丽，你最不满意不是美吗？不是，是你哦。你最不满意自己哪个部位？
其实老实讲，我自己还不用摸啊，不用。但是这是我的问题，我要讲一下，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很多台湾朋友很喜欢摸我的胸部。我这个我不知道，不管是因为很好摸啊。你看，男生女生都要。那如果是男生，我还可以接受。但你也可以，我也可以接受。再来再来。不要不要。但是很多女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们特别喜欢摸我的胸部，好像是她们很羡慕。笑得那么大声干嘛？因为你的屁蛋很大。我说是真的啊，特别像刘月，她每次都哦，嘟你，你的胸部好大。因为她可能是比较小一点，然后就是可能像要，就是要比一下那个大小，这是我最不满意的地方。但是这个是我真的没办法，我之前去健身房那一直练，我就是因为我就是本来就是比较大嘛。哦，就是你那一生唯一去健身房的那一次，没有，唯二，唯二，没有。你要记得，我之前也是很胖，我之前胖到145公斤。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女生胸部是脂肪，但是我们也要练胸的重训，因为我们也需要有肌肉，让它可以更集中、更有弹性，因为有地心引力嘛。如果你不练点胸的重训的话，一定会越来越垂。那它还有救吗？对，那它的部分呢？它的部分就是脂肪。它如果那个部分是脂肪，你一定要掉体脂。那你可以做一些雕塑的动作。对，要不要一起出来试试看？哦，你请我来，我一定要来。想开怀，你应该会去做那种。他叫你。Oh hell no, that's not for me. 对，你可以做一些俯卧撑的动作，你可以面对面对教练啊，哎，大口苦水，你又在看哪里的？面对面，你表情不要这样好不好？苦水，喂，你又在看哪？那里视线好好哦。这里。我不好意思，早上你看了那么多，脸都红了。其实很酷，我们双手与肩宽，对，双手与肩宽之后呢，我们慢慢下棋。对，你跟住双手与肩宽，慢慢下棋。再加一些变化，让你的心率提升，才可以掉体脂。所以你可以脚过来。去哪里？你去哪？你要滚去哪？你来试一下好不好 ？You can do it， 很难哎。试一下，相信自己做得到。他还没有恢复，他晕了。你可以先试一下吧。而且你试试看，哎，这很累，你不要讲，试试看。好提不起劲啊！怎么这样子啊？不想瘦是不是？沮丧哎。教练怎么？教练教他一下。好，我们一起。我觉得大谷苦水快要流鼻血了。我们的双手与肩宽，然后放在胸的下方，然后下去的时候鼻子吸气。不，教练他找不到他的胸哎。上来时候吐气，下去啊，水吐。你的屁股。然后最重要是你的下去吸，腹部要收缩，下去吸，臀腿要一起上上下去。吸下不去，像你看他现在这个动作啊，他的手太窄了，像他现在手太窄，带到很多会是他的手太窄，要再开一点才会用到胸。算了算了算了，没有老师，你不是说老师你不是说还有一个动作你要教他那个另外一只脚？算了啦算了啦，我们接下来看一点养眼一点的好了，想不想看芭比儿练胸？我们要看他练胸。谁想要看欧基上喘吁吁？我们来看芭比有点凶。哦，好想躺在那里哦。好可爱，那狗狗也太可爱了。芭比，你下次健身的时候要跟我们讲一下。好可爱，狗完全配合哎，你看。哦，刚好。等一下，是这个吗？我们下次我们可以轮流躺在那个位置吗？这个画面就对了嘛。如果弄得来，我也可以这样。我们现场可以示范吗？可以。其实这个，我在家里我又买这个，我买。你需要那个瑜伽垫吗？要。好，要好。这个我卖大概300块，这很两个300块，对，这很便宜。其实我做那个，哎，那个里面干嘛？这什么画面啊？里面那个像谁来指指起来了？太夸张了！谁来指指？我们要帮他拿麦克风，麦克风从旁边拿就好了。里面那个起来。
比方说可以。这个是简单的，对不对？就是最一般的，对，基本。放那个手，嗯，靠近一点，嗯，哦，这很难哦，这是强中哎，会练比较里面，或是胸的内侧会带更多，带一点也可以，对，或是胸推，可以那种 army army， 就是腰屁股带啊高一点，然后，哦，哇塞。男生也可以，就是比方说，跳，就是应该是可以，一，哦，或是，哇，哇塞，对，然后可以就是每次做不一样的，不同啊，不一样，不一样的强度，哎，你们两个有点现实哎，怎么样？刚才我在下面，你们都没有帮我拿麦克风哎，你有出来过吗？自己想办法把麦克风塞在这边才有办法。我们要过去拿麦克风，你就翻转过去了，谁来得及啊？对啊，啊你就跟朱大哥借那个绳子就好啦。然后这个动作就是我刚刚用的，其实我觉得连那个 core 是非常重要的。对，好难哦。所以这种动作。怎么你要干嘛？你是不是想躺？我没有，帮拿麦克风。我觉得这种可以连。你看。嗯哼。嗯哼。像，因为现在。哎呦！哦，这样也可以哦。对，或是一开始可以把那个这样。很厉害，这个很强哎。哦，这个很强。强度好高。哦。哇。所以那个。腹部跟那个 core 都会用到，腹部在哪里？你摸。又撞到你了，好 sorry。是不好意思，发飙。我们可以看一下，大概腹部核心是练哪一块吗？没。不是啦，我们想看你的腹部长什么样子啦。我们看一下腹部核心是练哪一块。还好啦，最后一位那个陈宇桥，你应该。你要说你要干嘛？你来干嘛？你要干嘛？没有，我真的是四只手，但是我是胖在中段，然后因为我体脂很高，我是那种哦，看起来你有没有看到大门在哪里？对呀，你发叫5688好不好？不要这样，四只手，然后不是还要让自己更好？他该不会要跟我讲说他四只手，然后胸部很大，想瘦胸部，我会打他。那你跟杜丽一起去瘦胸部啊？不是。然后因为我体脂高，然后我都是胖在中段，然后有吗？有胖中段，然后再加上我最近外景，然后。每一次就是有水关，然后玩上来的时候，就经纪人或是一些人就会买一些炸物啊什么，那就不要上来啊，然后就一直泡着不上来，然后就很饿。你有照片吗？我跟你讲，我那时候胖好多。哪里？你看我的哪里？哪里呀？根本看不到。没有啦，没有，这个那个脖子。觉得你们发通告的超级不专业的，他哪一张照片是亮点不也不是在那里，拿着那两坨肉。雨乔，请问一下，你现在是瘦身完，还是你现在还是你这样？我现在也比较瘦一点。那我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现在的腰挤得出来吗？可以啊，就是哪里呀？好，雨乔，你真的认真听我说，你现在出去左转，然后再右转，再左转，然后电梯按到一楼，不用电梯，窗户打开直接跳下去。你那样叫挤，杜丽挤给他看。没有，什么东西？我是最近瘦了，我之前真的很胖，我坐下来就是可以弄一个 donuts， 然后一个你知道挤就是一个甜甜圈。你只一个，他一盒哎，买五送一的。不要这样，是真的，因为我非常在家里就是很勤做运动。哦，那你都怎么弄的？这在家里面就是也是用瑜伽垫，然后做棒式。小梁哥，你想干嘛？哦，小梁哥，你现在膝盖就蹲得下去了，是不是？拿麦，我膝盖很难看，是不是？奇怪，我怎么会走到这里来？不要了，而且你下去起来怎么这么快？真的？你干什么？比欧，比欧，离开这个坏女人，比欧。脚就是，比欧，你学会了。太对对，就是会抬，然后可以运动到腿跟。比欧，我跟你讲，你再这样子的话，他等一下走在路上会被你的粉丝打。所以根本没有人要看他做运动，没有人要看他做啊。真的吗？你随便做做就好了，这个会剪掉没关系。所以你的这个是棒式加强版，还有加腿。加强版就是往上踢。
姿势是正确的吗，教练？像他刚刚做棒式的话，他可以腹部内收再多点，再试一次棒式。对，因为像一般人在家里做棒式，很常就会腹部塌陷往下。你要想象有一条绳子从这里这样把它拉起来，所以你这里要往上，然后麦克风对，然后呢，他的臀部、屁股呢，就是都要内夹、内夹、内夹，对，要内夹。好 ，OK， 要内夹，然后我们去收缩，去拉起来。对，那这样整个腹部核心呢，就会带到的就又更多了，对，会更多。那加上他如果往腿往后来往上抬，他会带到就是臀后侧这些动作。嗯，对。那其实有些人他在家里没有办法做到这些动作，我们可以来一个简单的 ，OK， 慢慢放下来。对我示范一下，可能真的就麦可能帮我一下，好，好，好不好？谢谢。好。对，你可以，我们可以在家里做一个登山者的动作。哦，登山者。对，我们登山者的动作有斜边的，可以带到很多，你的斜腹侧，还有我们的腹直肌，还有下腹都可以带到的话，可以从这样。哇，斜边的，对。又或者是往前的。那往前往要有腹肌的话，一定要消脂肪，所以你可以让加一些变化，可以去跳。嗯，对，提升你的心率之后，你又可以往前。嗯，就可以往后，往侧，往侧，哇，好多变化，好溜达，有很多这样的变化，提升你的心率，燃烧脂肪。再来的话，就是可以达到它的腹肌的线条的雕塑了，这两者就可以同时进行。了解，对。好，那可以放在。我还有一个很好的运动，什么什么？好好，如果你要你的肚子比较瘦，是一个很好的运动是 stomach vacuum。哦，所以你先。出气，然后，肚子收。所以如果你吐气的时候肚子收，所以先，对，新来的就是懂事，腹式呼吸。哇，哎，他可以到好里面，侧面，侧面给，侧面给他看看。都变背了耶！哇，哇。侧面做给大家看一下，哎，他可以知道这个这个工作这个运动是里面的肌肉。你再吸一次，然后你侧面给。哇塞，这根本没有五脏六腑了吧？嗯，这个是好说，很容易。可是如果你在看电视，你可以错。嗯。你错，你错饭，你可以错。用呼吸调节，对对，用呼吸健身，所以越久越好。哦，了解。其实瑜伽会常常用这种方法，练这种瑜伽腹部。对，自从你刚刚跟陈宇桥这样，我不想跟你说话。好，谢谢。Hello， 大家好，喜欢我们的节目吗？按下铃铛订阅我们的二分之一强 YouTube 频道，最新影片随你看，精彩内容不漏接。